喂，Hello，大家好啦，欢迎大家继续收睇东少直播信长之夜望十四 PK 盟战呢一个模组啊，如梦似幻啦、啊，哇，好耐冇开麦啦，已经咁就已经咧上年年尾就打到呢个 game 咧，打到去咧几乎残局啦，自己觉得咧，所以就。啊！自己下去练一练习，又问下人意见咁啦。依家呢，再呢，今日呢，先至我觉得啊，先至呢，有翻少少头绪，点样 end 只 game 啦？咁就吓、啊、要，今日要讲翻大概嘅情况先啊。Kaki Mark 啊，欢迎你啊！哇，好耐冇见你啊，Daniel，Hello 啊！我呢，点解唔开麦呢？我冇把握。如果我嗰只 game 呢，卡得太严重，冇把握呢，我唔会开麦嘅。咁我开麦呢，又要同你哋讲嘢，系咪先吓？咁、啊、我又要玩只 game 啦，又要谂战略呢，我冇三个脑啊，所以呢，就有啲时候太难玩，真系自己呢，即系唔开麦呢，自己研究一下先啊要。咁啊 keep 住直播，但系唔开麦咁样咯。咁啊依家呢，有翻少少头绪呢，我知道只 game 点 end 呢。啊，咁我呢，就可以呢。放心少少咧，开翻麦同大家吹住水打啊，咁样样啊，即所以咧打战略游戏咧真系唔简单啊！我想讲真系食脑啊，呢啲 game 真系，所以咧吓、啊、今晚又开翻麦咧，又啊倾下偈，又倾下偈，一路打住先咁样。咁咧咧就要讲少少咧，本来咧我谂住呢只 game 咧尽快完咗佢咧，之后玩只 Hearts of Iron 四嘅。咁樣，因為咧呢、这個 P 社咧，佢呢、这個 Hearts of Iron 四咧，佢咧已經係呢一個，佢喺官網嗰度咧有個倒數咧，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係就嚟出，係應該今日出噶啦。咁咧，但係咧，跟住咧，今日咧再上去睇咧，冇咗嗰個倒數，我都話留噶啦，真係啊，又唔信我。佢拖咗咁多次，我肯定佢今次呢，肯定唔会咁快呢，又可以玩到噶。所以呢，我哋呢，吓、啊、呢、这个 Hearts of Iron 4呢，佢跳咗票呢，又冇得玩啦。咁所以呢，点呢？点搞好啊？慢慢玩顺仗咯，玩到呢、这个月尾呢，月尾呢，就呢一个三个字呢、这个十三出呢，啊到时又坐喺三个字十三。我希望佢唔好呢，又跳票，大佬三个字十三呢啲。啊，如果唔系，我真系简直系最近啲咩新 game 啊，咩嗰啲咩盗墓者啊，又出一只新啊嘛，我都唔系好想玩嗰啲。商業翻，不過又啊得閒又攞嚟玩下咁樣樣啊嚇啲啦，我知有好多人都唔中意睇我打戰略遊戲嘅嚇、啊，覺得好悶，覺得呢，嚇啲垃圾 game 啊啲戰略遊戲，想我打下嗰啲動作 game 咁樣樣啊，考慮下啦嚇、啊，考慮下先啦嚇，啊呢、这個界貨 hello 啊，Simon hello 啊，呢、这個啊又拖係嘛，冇咗咯嗰個冇咗啊，Hustle Iron 真係。啊，咁就咁样啦，系嘛？咁就要讲，不如讲翻呢只 game 咧，玩到边先啦？咁咧，上次咧 end 呢个 end game 之前啊，即系上次啊，已经讲紧26号啦，26号晏昼嗰阵时打到去边咧？远征啊嘛，远征过去帮阿魔炮手啊，黑猫啊嘛。咁咧，但系今次咧，上次咧打到失败嘅。你行過去，糧食需求又大啦，係咪先啊？你過到去又唔夠人打喎，黑貓回兵仲快過你喎，好難打啊！咁呢就所以呢就吸取咗呢網上朋友一啲人玩呢個任務組呢，人哋玩得出神入化，係嘛？咁呢，佢就參考咗佢啲意見啦。咁呢，咁我呢再自己再制定一啲策略呢，諗到少少方法點樣玩啊！依家我撈翻呢，撈翻之前個 save，我撈翻1629年嘅 save 啊！咁換言之呢，我已經係用翻舊 save 已經玩咗一陣㗎啦。不過大家唔使擔心呢，嗰個進度唔會爭好遠啊！咁我1629年嗰陣時係做緊乜嘢嘅呢？咁我呢就係、是、呢。系啱啱好就滅咗呢一個呢，係呢一個呢，呢個叫咩啊？鼓手梨花，阿梨花將啊，已經滅咗佢噶啦，咁啊，就啱啱好滅咗佢，咁就啱啱好我先攞到呢一紮城翻嚟啦，咁就咁我呢，做完滅咗佢之後呢，我呢就呢即刻整裝待發呢，就出兵呢。我呢，你見到啲魔炮啲城池嗰度已經圍實晒啦。其實呢，就係、是、我係呢諗住呢就殺咗魔炮佢。咁呢，就我同時與此同時呢，我係同呢個黑貓呢係拉緊關係。你睇下依家我同佢嘅關係呢，我送個禮物俾佢呢，拉咗幾個月關係啦已經。
咁呢，就期間有段小插曲嘅，有段小插曲呢係點樣呢？就係呢個梁公呢，梁公呢就好快死㗎啦，其實係嘛？咁我唔會救佢死硬㗎啦，咁呢個都冇乜特別啫。但係呢，點救呢個陣代我會有個成呢？其實呢，因為我斷咗呢個梁公個盟呢，我偷咗佢陣代啊。咁啊陣代有啲乜嘢咁把炮要我走過去偷咗佢呢？你唔驚黑貓打你啊？係咪先啊？同埋梁公嗰陣時同你同盟喎，做咩要斷盟呢？好簡單嘅啫，因為呢，嗱，我依家我同你講呢，我依家玩呢個咁樣嘅，我都覺得半殘局呢。我同你講啦，我玩手動核戰啊，我一定入核戰啊！依家不過當然啦，睇時機啦，唔一定次次入啦，有時入有時唔入啦。因為你入咗手合，你入咗手動核戰呢，你打得一條戰線，另外一條戰線呢，你入唔到嘅喎。佢又咁咧，又一比一咁樣咧喺度磨嘅咯喎。咁啊，到時咧你就損失大嘅咯喎。咁所以呢，我呢就要手動核戰呢，我呢就揀時機啦，揀睇下幾時開啦。咁亦都唔係成日開嘅，但係我會破自己呢個界先啊！我再唔合戰呢，咁咪真係死得㗎啦，因為好難玩啊，真係好難玩嘅抖 M 難度，唔係人玩嚇，係你真係抖 M 你先會玩呢。所以呢，我玩手動合戰，咁啊手動合戰點樣合呢？咁到時我玩嘅時候知啊，有兩種嘅，一種呢就係呢普通合戰，另外一種呢就大合戰。咁呢就我比較中意就大合戰嘅，因為呢殺咗人哋個主將呢，其他人哋啲兵全部死晒呢，呢、这個呢可以完全好有效咁樣呢拉開你同電腦之間嗰個戰損比。你如果呢用呢個普通合戰呢同佢一打一呢，其實你呢個損失都好大嘅，即係呢個抖 M 難度呢冇辦法。如果你用普通難度呢就可以屈到佢機，抖 M 難度呢人哋普你同佢即係一隻劈一隻，兩個 T 字互劈。能力相同呢，佢可以杀你两倍，即系你死两只，佢死一只嘅，即系佢嗰个战损比呢，同你喺地图上咁样打呢系差唔多嘅啫，1.5至2倍啦，咁就好难玩嘅，都系冇乜特别嘅啫，咁样呢，就所以呢，我就系想期待大合战啦，所以呢，点解我走去打呢个梁公家呢？话你听呢。因为呢，梁公里边呢，有一个人叫长门有希即系呢嗰个咁样。边个呢？我俾你睇下，我睇下搵唔搵到佢先。就系呢个啦，恐吓思念呢招呢，有4个子彩配呢，令到敌方呢自相残杀咧。呢、这个呢系呢，我唔使死一只呢，对面呢就会自己打自己友啊，不断出呢招唔够冇晒彩配又行开。跟住呢，有彩配又行翻埋去，就繼續叫佢哋自相殘殺呢。咁樣打打下呢，好快脆呢，佢死晒，即係唔好話好快脆啦。我覺得都唔算呢招唔算最勁，我覺得但係呢招呢，我覺得呢抵玩，所以我走過去攞咗嗰個城呢，就係諗住搶立咗佢做俘虜。依家佢已經係我個俘虜啦，我同你講就連埋呢，就 C2 就俾我立埋呢、这個都係我俘虜啊，因為佢個城呢，就佢兩個。咁我呢，阿 Saber 呢，行埋去圍一圍城呢，佢投降呢，跟住我一立走咗嗰啲保障，咁我只需要等呢一个咧北高，其实都唔使等啊！我自己喺阵代度试过，即刻入城咧，佢即刻咧肯俾我录用啊，长门有希，咁啊都已经可以录用。不过我唔想嘥嗰啲兵啊嘛，我派成万几万万万九几人喺嗰度，突然间入城好 hurt 噶嘛。咁我咧阵代咧，我用完咧我就走啦，走咗去后边咁样等佢冇晒兵嘅时候，翻去再录用啦。咁北高咧，佢死啊，佢死死佢死佢事啦，北高咧。佢呢啲人唔系好劲嘅，嗰啲战法唔系好劲嘅，全部垃圾战法嚟啊！咁呢系一个劲得个梁公劲一条友，咁我唔要佢啦。呢、这个都劲嘅，不过我大把啲人两个有佢咁呢就所以呢，咁就我依家有少少打法呢，就系、是、呢会呢以呢一个呢武将嗰个技能行先啊。即系立嗰啲武将，光荣嘅战略游戏传统呢都系呢立咗嗰啲武将翻嚟。武将呢系嗰个力量或者个比重呢，游戏比重呢系远远超过你嘅国力。你只要有劲嘅武将呢，你国力渣少少呢都唔系问题。呢只 game 系咁啊。如果你系玩啲 PC 啲战略游戏呢，就调翻转嘅。
P4 就冇將嘅設定嘅，全部都係睇國力硬拼行咁樣樣嘅。啊，除非嗰啲咩東將軍啊、三個六星嗰啲咁樣嘅將軍，啊，你又玩最難度喺俄羅斯嗰啲嘢另計啦。嗰啲啊都唔係話冇呢個影響，但係咧即係影響就不及光榮啲戰略遊戲咁樣咯。因為佢係歷史模擬遊戲，佢重視個武將呢樣嘢啊嘛。啊，所以咧玩開三國志啊，信長你都知啊，一定係捉人先嘅玩打呢啲 game。咁咧就另外呢，我讲少少自己进路呢。关于啱啱讲起呢一个呢，武将嘅技能呢，咁我呢就想呢就去偷呢一个呢《约会大作战》呢。我唔系中意呢一套嘢，不过呢，我见到佢有条友真系好黐线。你知唔知呢只 game 呢有一个技能呢叫做呢音速手印？音速手印咩技能呢？就系、是、呢。你先啊，揾翻先。音速手印呢，就系、是、呢，系开咗唔知四彩配定五彩配啊，冲咗埋去之后呢，你就无敌，唔知400时间400，即系好长啊。咁无敌，跟住呢，你乱战就唔知提高百几，跟住速度提高100，跟住呢，就我仲唔记得有啲咩 buff 啦。跟住咁样斩呢，好快就即系可以杀到人哋。大合战嘅时候杀到人哋敌方嘅主将啊，系要咁样玩啊！呢只 game 最屈嘅呢就音速手印啊，原来啊，即系啊，但系呢只 game 呢得两个人有音速手印，第一个呢就系、是、天使纳华咒，即系 Angel Beats 里边嗰个啊，你哋有睇过套就知啊，佢啱嘅，俾音速手印佢都几啱佢个角色，即系嗰个设定。第二个呢就奈亚子，我都唔明。唔知點解佢會有嚇，所以咧呢個咧《約會大作戰》裏邊有個奈亞子啊，我揾翻佢出嚟先，係咪應該好似喺呢一度應該，好似唔見咗啊！發現我可以喺個地圖裏邊揾翻佢出嚟，我唔見咗，唔 見咗喎，會唔會已經俾阿黑貓攞咗？我睇睇先，係咪死得啊？真係點揾佢出嚟？我揾一揾先。突然间发现唔见咗，会死咗 啊？唔系，睇呢度咪知咯，战法音速手印，哇，见咗喎，喺音速手印劲嘅啫，其他都系垃圾啊，啲技能。你如果用其他技能咧，去夹技去出呢一个咧合战咧，你最多就系咧，你用一只咧换到人哋两只，就系、是、咁多啦。但系我觉得唔足以拉开呢个抖 M 难度，电到嗰个城市啊经济力嘅加成咯，所以我觉得系要用音速手印嘅。但我依家我发现音速手印条友唔见咗，我睇睇先啊。啊冇咗咩音速手印喺呢度，喂真系冇咗，死咗啊嗰个。我谂住最拉屎，谂住拉个奈亚子冇咗，音速手印死咗咯。原来奈亚子死咗，哇！呢个姜学嚟噶，喂，有冇人中意奈亚子噶吓？我唔好意思，我呢度竟然咧，竟然我发现咧呢个奈亚子死咗，死啊！如果你中意奈亚子咧，当冇听过啊，即刻 end 咗，唔好讲呢啲啊，真系。第一得翻纳华咒，因为我 short 嘅战法咧，我系拣全国。即系全个日本里边啲武将啊，一定揾到另外音速手印出嚟。但系因为佢唔喺个 list 里边，即系话奈亚子死鬼咗啦，已经。你用其他技能配技咧，譬如咩黑化配时停啊，都有用嘅，或者用契约都有用嘅。但系咧，佢个 buff 又唔系长，佢个 buff 又唔系强力。咁我唔觉得佢可以有效拉远咗你哋嘅佢即系个战略嘅优势咯。咁得啦，纳华咒一个啫，你最全只 game 最劲纳华咒，冇 屎鬼咗奈亚子啊！算啦，呢、这个唔系不过呢，我都要讲讲，因为咧呢、这个呢，我同你讲呢，我睇下先啦。啊冇啊，冇卖，收皮啦啊！因为呢，我另外一个呢盘算嘅谂法呢，就系、是、呢，我呢、这、一个。约会大作战呢，佢长期同呢个黑猫同盟呢。咁我呢，等佢同佢继续你继续同盟呢，我杀埋魔炮之后，我就去呢个约会大作战度杀咗呢三个主城。你嘅呢，如果你有玩完本来嗰个玩法呢，即系本来信长呢个 game 呢，你有30个城呢，再攞呢个二
以調成，即係話呢個嬰優呢只 game 裏邊有嬰優，咁你咧就可以開一個政策咧，你就一係做關白，一係做精兒大將軍咁樣噶嘛。關白你唔夠人多兵咪關白咯，唔夠人多城咪關白咯，夠多人多城個人哋咪精兒大將軍咯。你就可以開啦，電腦唔識開嘅，所以咧呢、這個依家咧依家嗰個 end game 咧，其實咧最有效咧就係就係 bang bang 聲衝過嬰優啊呢、這個咩啊 Skyfall 話我淨係喺度黑貓住咩？係咩？喂睇下先啊！我有冇睇错啊？冇喎，我睇睇全势力嘅嘅少女喎，喂，唔系可能系，睇下先啊，睇下先啊。不过都冇影响啦，我发现黑猫已经开咗火啦，嗰边我卖唔到去啊。我依家未同黑猫同盟啊。要同人同盟到之后呢，极速搵只水火箭冲过去佢嗰个城嗰度，睇下可唔可以立到。不过我唔知得唔得啊？呢个要有时机喺度。暗示，喂，真未死啦！大家利是啊，我收翻未死啊，喂，诺亚子未死，未死，未死，大家唔使紧张，未死，好似 Skyfall 睇题，未死啊，我觉得唔会咁快死啊，高武力点会死啊？战死通常都你垃圾战死啊嘛，呢个啊，嗱，呢个诺亚子啊，一二三四五音速手印啊，呢、这个彩配五嘅招数，强化乱之120，速度100，无敌，无敌除嗰个时间好长啊。应该系其实系仲劲过嗰招，预知未来多好多噶，所以呢招呢好有用，我好想要佢翻嚟。我唔系因为我中意呢套嘢，我系因为佢个能力啊。咁你当我中意呢套嘢得嘅。咁嗱，我呢本来呢我个谂法呢就系、是、呢。嗱，而家同佢真爱啦嘛，系咪啊？咁砰砰声升到信用80咯，唔好80啦，70都可能算数啦，升到70。跟住同佢同盟，同盟就可以穿过佢嗰个领地嗰度行过去噶啦嘛，系咪啊？咁你同盟之后呢，就砰砰声呢，等佢呢围到拉斯个城呢，咁我啊埋去，咁呢就呢立咗阿诺亚子翻嚟。但我谂呢应该唔得啦，唔可行啦。佢依家都埋到城啦，大佬，过2个月佢都灭亡啦，埋唔到去啊。所以呢，入手印呢好遗憾呢，俾晒黑猫2个都俾晒黑猫啦。咁啊更加令我呢觉得呢，如果我用呢个手动合战呢，要同黑猫打呢，就冇乜可能啦，应该难啲啦。我觉得依家就真系咁就都唔系嗱难嘅，都唔系话完全冇可能嘅，但系会咧应该会拖好耐，同埋应该要咧点讲啊，要有一定嘅体力同时间精神各样嘢咯。咁我觉得咧暂时咧可能咧攞咗个英优翻嚟再作决定啦，睇下会唔会卅个成 end game。其实我数你数下，我主成12345678910111121213啦，我依家走去围人哋系咪啊？2425啦，呢、这个都攞到噶啦，26系嘛？跟住求其攞多4个啊！你求其攞4个啊！你波炮求其你都攞到攞唔攞到4个，攞唔到4个唔紧要，你走去灭翻后边嗰啲，攞多3个，攞多个搞掂食碗面30个，攞埋英优攞埋英优30个搞掂食碗面 end game 咁样，又系咪又得先？唔好理黑猫啊，有佢啦，系嘛？即系抱下黑猫大腿咪算咯，咁样会唔会咁样样玩法啊？我依家暂时大方向个思路就系咁样样啊！大家咧睇下会唔会有其他嘅谂法咧，可以话翻俾我听啊？或者咧觉得点样样咧，俾意见我都得啊！我一路玩一路睇下大家点讲好唔好啊？呢只 game 咁趣致喎，Miss Dark Cat 黑猫 黑猫，喂呢只 game 咧，你可以试下玩下，download 呢个模组嚟玩下，我嗰个 post 有个链接，你可以自己试下你唔好介意简体字得，超主全部都系嗰啲动画动漫角色嚟啊，同你讲几过瘾，我因为咁样我先开只 game 啫嘛呢、这个真丝话中间开局根本噩梦咯。系嘛？后期打到后期，因为黑猫呢，我打到32年呢，佢有140万兵咯，我仲系咧得个60几万兵嗰阵时，因为佢嗰啲加成好黐线，佢咧系保守啊，佢嗰个国策系保守咧，保守呢一个模组里边保守咧，佢系大幅 buff 咗好多嘢噶，佢啲兵多咗好多啦，佢啲经济力，尤其是经济力系超级黐线啊！我呢个小猿开到最猛，我开到全部嘅创造嘅国策咧，我都冇钱开，
電腦啊，大把錢嘅，無限金錢啊，大把錢開，所以我開唔到好多嘢，所以我依家暫時呢，有人建議我嘅，如果我呢，依家開依家呢一局呢，我要打贏黑貓呢，我第一樣嘢我要種田，種翻20年先喎。咁我中意種田嘅，但係有咩方法確保黑貓打唔死我呢？又係一個問題，所以我暫時呢，最保守呢，最穩陣英優路線，搞掂食碗面咁樣咯，係嘛？啲統一日本 so bad。冇力征服，我講咗啦。點解我整唔到，統一唔到？Man fat hello 啊！有 Skyfall 玩 K on 中間開局玩困難都頂到，唔係抖 M 喎，酷喎，唔係抖 M 喎，咁啊好難傾咯。呢啲係嘛？即係唔係啊？即係呢個抖 M 難度真係唔係人玩，係抖 M 玩，爭好遠嘅。如果普通難度呢，同佢一換一呢，或者我戰損再少少啲呢，我覺得呢，滅咗佢冇問題啊。仲一日本大佬人哋啲兵響聲，我打完一場合戰，佢4、5個月之後又出翻成扎一樣咁樣嘅兵數嚟同我打合戰喎，我糧食都唔夠啦，係咪啊？咁樣玩佢糧食無限嘅，越打越多啲糧食，係咪啊？影咗有咁樣音速手印喎，咁樣樣嘅話，我參考下先。呢、這個咁樣嘅又係就係音速手印啦，我真係唔識啊！呢、這個。咩啊？30個城应该系30。你如果冇应优就40個城啊！我好似呢，我好似调查过呢方面，唔好话调查过，睇 过下，唔知系唔系？我唔知个模组会唔会转啊？都面开局最好、啊，仲有咁多年都系两极快统一之后为中间。哇！嗱，即使我觉得咧呢、這个 game 咧呢个模组最好开局呢就喺西面咧呢个九州或者四国开局都得。点解呢？因为一个南华州 Angel Beast 咧又系喺西面嘅，另外一个约会大佐治奈亚子唔系奈亚德，奈亚子个势力又系喺西面，喺呢一度啊，奈亚子喺呢一度。我记得Angel Beast 喺九州，咁你统一咗呢两个势力咧，攞咗两个音速手印翻嚟之后咧。乜人嚟都死啦，系咁嗌大合战，音速手印插插插咁无敌喎，冲上去，嗱佢个无敌系400个时间，其他冇其他技系冇无敌呢个功能，除咗呢个预知未来，但预知未来个无敌得100嘅时间，佢嗰个只系400时间，劲你4倍，唔系3倍速，4倍速，仲要加速，边有得挡噶，大佬音速手印一嘢插插搞掂人哋，所以西面开局最好，我小完开局呢，容易残局，我觉得即系唔系话玩唔到。抖 M 啦吓，括弧抖 M 啦吓，普通难度呢，你乜嘢开局都得啦，系咪啊？抖 M 难度你用呢个幸运星开局又得，你用呢一个乜 Q 嘢咩土鱼门又得，乜嘢都得，唉，真系咪先啊？咁样咯，玩上级用春田呢个呢，我个抖 M 难度呢，系劲仲惨过超级啊！我之前睇俾你睇过，俾你睇多次呢、这个咩啊？游戏设定嘅难易度你自己睇咯。自受伤量呢，自己势力又多，人哋又少咁样样，兵粮啊、金钱全部都系最极端嗰一种咯。你超级都唔系咁噶嘛？电呢啊，超酷战、AI 最高级别佢有改过少少嘅，佢同埋佢自己都咁啊。个军权标统治范围，我又冇话全直辖，我标准，我仲要嘥多每月咧几千银咧，走去开个政策咧，交个直辖范围。你话咧咁样咯，即系难打好多。同你讲，后边啲城我全部控唔到啦，依家我唔会俾军团啦，俾埋军团我唔够军粮出兵添啊。同你讲，我啱收完粮，我得翻10几万军粮啫，依家 所以咧就要种下田咯。依家即系再睇下可唔可以偷到英优翻嚟，应该话即系英优翻嚟之后再种下田，睇下有冇 end game。我依家睇下，依家就系睇紧啦。因为依家我行埋黑猫岛，我会同佢开拖嘅，我唔可以同黑猫开拖，所以咧我要等黑猫啲兵咧全部撤退喺呢个英优，佢唔过嚟英优啦，佢唔执咗喺英优嘅时候咧，我行过去板板声求其，咁样灭咗佢，用核战又好乜都好，打佢英优翻嚟，跟住咧趁佢未埋城，我啊埋英优，即系黑猫未埋城，我埋英优，咁啊偷咗佢嘅英优一个城咧，多一个主城啊，咁咪可以 end 埋 game 啊嘛，我都唔系好远嘅咋，好近嘅咋，行过去咋，不过等黑猫啲人行开少少先，我会觉得好啲咯。呢只又行埋嚟，又难搞啦，同埋英优可以睇住佢两个磨下兵先咯。不过我谂北高佢。落咗城之后呢，就真系要过英优啦。我谂佢全部涌晒过英优，你信唔信啊？喺金城呢度 Britannia 喺度打，可能佢会过埋英优我唔知。所以我有少少觉得呢个呢都要捞一捞佢，捞捞翻呢英优呢行翻过去打佢先得。
啊，Skyfall 咩啊？黑猫一定搞英优系嘛？Oppenheimer 喎，Hello 啊，我冇啊，咁即系啊，依家咁打住先啦吓，打住先睇下周围望下，睇下点样玩法啦，健步行步啦。其实咧，我想讲咧，因为咧呢、这个电脑咧只会针对玩家，魔炮应该咧会咧俾大部分嘅部队过嚟打我，而唔打黑猫。所以咧，我预计咧前线啲城咧应该好快会俾黑猫清晒。咁跟住咧转头咧，我就会要打呢一个魔炮啦。咁我其实应该攞唔到几多城。所以英超几难偷嘅时候，我觉得又远又近黑猫，我又要避黑猫，跟住又要避魔炮，跟住咧仲要我打得冧佢嘅城先得，要偷过都唔易啊！黑猫唔够赢唔到，Man Fat 睇黑猫赢到，唔好再讲呢啲啦。我呢啲 game 想尽快 end 啦，你哋咁讲咧，我只会令我只会令我咧呢、这个压力更加大，真系唔好再讲呢啲嘢，即系啊，Simon 成日喺度讲嗰只咩银河文明咧，我唔想理佢啦，已经，即系我完全唔想理佢，哇，一路讲喎，大佬，哇，我打紧呢只 game 几辛苦喺度咧研究紧点打佢，一路讲嗰只又叫我乜嘢乜嘢咁样咧。我唔想再理啦，呢啲嘢真系啊！我想咧安安静静打爆埋呢只 game，砰砰声算数啦，好唔好啊？咁样咯，啊，开波啦，好嘛？琴晚我记得咧呢度咧，首先呢度要开拖啦，我觉得唔系，我觉得系要开拖啦。呢度咧佢话有个会战咯，佢啲会战入完之后咧，可以咧会加速你落城嘅，有啲用嘅。我都谂紧有冇方法可以咧会战两次咧。佢未佢佢佢佢呢只啱过到嚟嘅时候呢，就杀咗佢先，之后再过嚟呢等系喺呢只过嚟之前，我杀咗佢先，咁我呢，喺呢只过到嚟嘅时候，我可以再回战呢，砰砰声佢个城冧咯。我睇下我唔知可唔可以咁样样喎，其实唔知觉唔觉得切喎，我想试下喎，我觉得咁样最悭交，跟住我冧咗佢个城啦，砰砰声佢第二个城咯，咁我唔使搞咁多嘢咯，睇下得唔得先。佢依家得一只啫嘛，我要即刻9秒9嘅速度冲埋去，唔好理自己战术，可能得。呢、这个睇先，佢系强化射击呢两只射，冇乜用喎。啊，要靠黑化，我特登配黑化加预知未来，不过佢又行得最远，阴公加个速埋去得唔得？咁加个速唔够彩配，算啦。埋，总之埋咗佢，射咗佢先啦。总之埋咗佢，射咗佢先。啊，得唔得？睇下得唔得先。我依家个会战嗰个时间流逝咧，其实唔系好长，唔系好快嘅啫。所以咧就系佢卡住咗喺嗰个阵嗰度，都 OK 麻烦呢样嘢。佢嗰啲兵会卡住喺个阵度啊。啊！依咁样，哎，有啦，打佢先，留翻啲彩配，全部俾个黑化，砰砰声 end 咗佢，睇下得唔得？你去，不过我会好痛啦，同你讲，未埋到去已经系咁28、28俾人射到。真系好鬼痛啊，大佬！唔得啦，到啦，咁快嘅喎，咁快到嘅喎，我未行到埋去喎，原来唔得嘅喎，原来唔得嘅喎，了解。咁样样嘅喎，佢仲要未用彩配添，屎啦呢次真系，佢越嚟越多人嘅啫喎，只会赶唔切啊系，冲咗上埋陸を始めます。两只，跌6000添啊，我走一走用。我呢只射，我呢只。哇！俾人埋身就死啦，俾人埋身百几咁头，你自己可以睇下咩叫抖 M 难度，就系咁样玩啦，好 Q 痛我同你讲，一俾人埋身，你嘅兵冇咗一半咁滞噶啦，已经无论你有几劲或者几弱，你自己睇就知啊咩叫抖 M 难度。嗱，我埋到佢啦，你食屎啦！预知未来加个黑化，咁啊秒噶啦佢。埋到去啦，我见佢都埋下咁啊，啄佢啊！搞掂食碗面啦，已经几快脆，可唔可以再得埋啊？6000几，唔知拉唔拉到佢出嚟？
行一行开先，呢个继续行啊，有少少行下唔行啊，好搞笑啊！跟住我企咗喺度，三个彩配。当然の結果ですね。哎呀，不如弱化咗添。消毒を始めます。唔紧要，埋到去未啊？埋到去咯，死百几肯定埋到去啦。我个黑化完咗未？黑化未完，应该预知未来，继续预知未来。我睇得唔得？我睇得唔得？唔得啦，唔得，唔得，唔得，都系死好多。我死好多。私たちがきっと何とかする。わかったわ。呢只唔安喎，行开啦，行开啦，算啦。佢只 game 有个好衰嘅设定，就系、是、你埋去打嘅部队越多咧，对面啊。嗰、那個啊，哇！我一倍三喎、啊，依家直情你自己睇，咩叫抖音難度啊？你呢啲咪抖音難度咯、啊？可唔可以喺佢第三隻到之前咧 KO 佢啊？唔知喎、啊。了解。哇！我呢度放血就冇啦，戰損過大啊，交叉啦，路過啦，嗱、啊、自己睇到啦，咩叫抖音難度？就係咁玩啫啦！啊，你以為你自己好多兵咩？你以為你自己咧技能好勁咩？人家普通攻击咧杀你三倍啊！佢死一倍，佢你死三倍，佢冇开技，佢开个嗰个技咧唔关键嘅，唔重要噶，超系低级技嚟噶咋，佢已经够玩死你。所以我同你讲咧，手动合战咧唔玩大合战咧，你嘅损失一样咁大，冇意思。所以咧，我如果咁头先我一定捞过啊，16000。几咧死劲6000咧，打佢嗰只2000几咧死成10000咧，你话有冇道理啊？普通人都唔会啦，你求其走去搵个军官走去指挥都唔会死咁多啦，人哋又唔系精锐部队，系咪先啊？真系 ，OK 啊，援军都冇话死咁多噶，系咪先啊？我死10000咯，10000几咯，普通玩系埋牙嗰阵时死得多啫嘛，佢冇加强乱战嘅对面。所以我依家谂紧点样玩好咧？一埋牙就头痛噶啦。其实依家咁样玩法，佢想翻入去嘅呢只系，佢咪想翻入去？呢只尾章唔知咁样行过嚟喎，都系。会有三隻，呢隻第四隻，其实走唔走一次啦？我想问，我想揈一揈开先啦，因为可能走唔切啦，三隻堆埋一齐走唔切。我望下先。同埋我想讲，人脑系冇可能控到三个战场。これはちょっと自信出埋嚟啦，咁冇嘅喎，咁唔系喎，咁啊，因为要合战先抵玩喎。佢出埋嚟喎6000，我嗰度系谂住一开始围咗佢城，佢走唔甩啊嘛。但系佢一出埋嚟，仲要扣住晒我，我一定合战啦呢位。咁啊，合战咯。哎呀，咁咪死啦！长期扣住喺度，我守合上边有守合噶咯，又要佢最惨，我觉得守合有样问题咧，佢唔可以两边战线同时守合啊！你就系企喺一个地方度俾人磨兵咯，会就系、是、会有咁嘅问题啊！落 K 唔喺响城啊！你哋错晒啊谂法，佢嗰6000咧。佢嗰6000咧，佢系出唔到嚟噶，只要我一日围住佢，佢嗰啲系呢啲出嚟噶，呢啲咁走埋嚟咧做炸两嗰呢啲走埋嚟打我噶，佢唔系嗰6000嚟噶，围住咗点打啫？佢冇得出嘅，所以系嗰度嚟嘅啫嘛，系呢两只啊，呢两只走埋嚟啊，喺嗰度噶。我等彩配又系死啊！呢个场合。已经好难玩啦！呢一刻我觉得已经
走唔到嘅呢幾隻，直情我覺得。佢真係會有6000真係走出嚟嘅喎，嗰下金喎，嗰下 hurt 喎，嗰下好痛喎，我覺得。要殺6000，我要嘅時候要死8000嘅喎，咁都要打喎，咁咪見步行步打，冇辦法喎，依家真係根本冇其他方法可以解決。點解會變咗咁嘅？佢次次入戰嗰個位置都唔同嘅喎，好得意喎。咁我可唔可以秒到佢啊？未必得啦，其实都唔够近啊！我上次呢度，我行到呢度咧，佢已经有只援军到咯。咁我其实系咪行到佢后边，等佢只援军一出嚟就黑化佢，搞掂佢？会唔会咁玩啊？只 game？了解です。不过其实咧，工程都唔会主动行埋去嘅，等佢出嚟嘅。但个问题就系我唔可以三路合战啫嘛，即系我第二条线我合战唔到嘅。我咧等佢后面嗰只都算。差唔多到啦。佢嗰只咧收得好埋噶，佢好后期先出现嘅。佢只上边如果我唔去揾佢嘅话，可能要上去望望佢先啦。我就喺度等佢算。可以配啱到满咯，诶未到嘅，咁样样仲未到啊，原来。系喎，真系唔见喎，出嚟喎，朋友仔，哇，静喎，呢个战场，我真系唔出嚟喎，咩啊？佢其实可以出去再入嘅，出去再入咁样打嘅，不过依家已经冇意义啦，依家咁样玩嘅话，以前就有用，以前啲集数，喂，佢真系冇啊，唔见喎，点啊？满彩配咯，我冇人行出去，同上次咁讲嘅晒，我真系满咯，点搞？冇人咯，里面唔出啊嘛，唔出我就上去喎，出我上去射死佢。我真系唔出喎。后面嗰啲唔出嚟喎，睇下会唔会撞到佢先？佢应该唔喺呢度，应该走咗。喺度啊，佢停咗喺度冇喐过，原来。咁我想去开个咩先？开个齐射去试下先喎。行きます。射唔中啊！系咪要拉个角度先射得中佢啊？系啦，依家就得啦，依家应该佢冇得走啊！呢个位应该佢唔会走啊！嗱，佢未转咗阵啊，未转阵，佢食屎啊！射佢齐射试下先吓，佢又齐射喎！哦，我依家系咪混乱啊？但我唔惊，我可以再开翻喎。呢招有啲用嘅，我觉得。佢食屎啦！佢呢次真系揿住嚟打，波都痛啊！我又齐射得唔得？混乱紧啦，佢已经佢真系唔出啊！嘛，用啲彩配搞掂佢算数噶啦！等佢混乱完，我先再出招，食招啦！呢次。混乱完啦，混乱完，呢个有冇用噶？我揿唔到佢，要入圈先得喎。呢个发现系，都冇个圈，
冇圈啊，冇圈。冇圈我呢度齐射算啦。全力全開。立て直さなくちゃ。混乱啦，你食屎啊你。哇，搞掂，食碗面啦。稳稳阵阵搞掂埋佢，佢未出冠军啊，搞掂。哇，咁样佢唔出冠军喎，反而我咁样玩嘅喎，小型合战，黐线，咁顶顶鬼住佢，梗系撞城门啦，650即刻爆啦个城 ，boom！ 你食屎啊！佢唔出喎，喂，真系咁得意啊，喂！咁啊，依家系咪大合战啊？我想问，依家我唔知道算唔算大合战喎？我抵换喎，如果咁样换，我 save 个符先，嗰度都系好少，但系我爆咗个城门啊嘛，呢、這个符先，点解佢会唔出现嘅？突然间唔系符禄啊，佢可能我棘鬼住咗佢嗰啲支援嗰条路咧，佢唔入嚟啊，咁样 KO 咗佢，咁样玩咗只 game， 原来我都唔系好知道可以咁样玩嘅，喺个城度喎，唔系啊，佢其实之后会再入嚟噶嘛，啲人依家企晒喺出边唔入嚟啊，你睇下。几隻塞住晒啊！我唔知系咪因为我咧企咗揾只大嘅企咗喺个援军嗰个位咧，佢入唔到嚟啊！即系个机能，我唔知系咪 short kill 咗定乜 kill 嘢，咁我 save 咗先啦，唔好理啦，唔好理啦。不过佢出咗嚟啦，嗰六千都系，但我撞爆咗佢城。咁依家算系点样啊？你试下先，试下佢如果我入战会有咩后果啊？即系如果我有人入嚟打搞我嘅，都会有呢个情况。依家变咗9000，9000系边9000啊？我就系个城同埋呢两只，同埋呢只咁样样，咁样啊？咁我呢只系咪又系企喺后边？之后慢慢磨佢。我想玩大合战，其实佢大合战唔到，我发现啊，唔系，我觉得咩？可以系咪可以等佢埋到嚟嘅时候再开大合战啊？四只够唔够大合战啊？我唔记得啦。我想大合战啊！杀咗只王搞掂啊！我唔扣咁多啊！喂，睇下先，睇下开咁样会点啊？喂咩？唔系咁啊！哇，你睇下，你头先睇下，佢死600，我死2000几，黐线！你我使唔使睇多次啊？俾你哋。啊！我当你哋全部都唔知咩叫抖音难度啦，俾你睇多次啊！因为我发现真系咧，在座10个9个都唔知抖音难度有几难玩啊！俾你睇多次啦。如果我放任不理，完全唔理嘅，啊，俾佢哋自己打，你自己睇我嘅战选，睇多次咯，留心咯，系嘛？我死2700啊，佢死1000都未够啊，见唔见啊？呢、這个就抖音难度啊！你咧俾佢围咧，你就死3倍啊！啊，唔俾佢围咧，一打咧就死2倍，系咁样玩嘅只 game。我哋话唔够人带合战喎，負けられない。喂，我试下先，咁样开唔开到啊？开唔到喎，好似真系开唔到喎，睇嚟。咁咪即系又要打佢嗰6000人。最惨就我埋咗牙咧，冇得等啊嘛。同埋我喺度谂咧，哇，系咪中北定系乜 Q 嘢？我睇下佢个国战嗰条条，好似唔系咁样计嘅。我头先好耐噶咯，彩配都满晒嗱。我哋嚟到呢度又入大合战，跟住咧佢就同我讲咧嚟到呢度就完咗嗰场大合战。都系好短嘅时间啫，呢度就反而系咁样样噶。咁即系我又揾咗只嚟卡位，跟住就可以限制我嘅死亡数目，会唔会？会战先啦吓。行きます。我行去后边咁。我任せよ。入副战台时咧就取消指挥出翻去，咪都得噶其实。咁但系你越拖越多人咯，越拖越多人咧，佢始终都未够 jackpot 草大合战嘅人啦。咁跟住你隔篱条线要打噶啦嘛，咁你隔篱条线唔使打，隔篱条线要打嘅时候咧，咁你两边合战唔到啦，咁你咪企喺度俾人一磨三咯。所以我呢啲会战一定要嗱嗱声搞掂佢嘅。
你一唔系打一条战线啊，你打四五条战线啊！嗨。任せて。揾呢只卡位先。咁佢会唔会出嚟噶？系咪又要我入去揾佢啊？可能系、哦。喂，到咯、哦！喂，咩咩咩？唔系、哦，唔系路啊、哦！佢到咗咯、哦，呢只二千几啊，屈佢唔死喎、哦，应该。我会唔会一个黑化加乜 Q 嘢杀咗佢好啲？觉得呢啲咁嘅场合。咁样样，咁我呢边夹佢咧，不过都冇乜用啊，冇乜用。你企住喺度先啦，搵个位企住先啦吓，企定定，转头等佢过嚟啦。我呢只黑化过去搞掂咗佢先啦，我呢度可能应该够彩配嘅六格啱啱好，应该一轮搞得掂佢啦。佢应该会行嘅，我应该咁样行。接战啊！接战！接战！接战！你就死啊！预知未来，再嚟个黑化，应该一轮搞掂佢啦。好 Q 痛啊！呢个七八三段击、啊，你冇用啦、啊，齐咩蛇死啦佢，搞掂，搞掂嗰只先。呢只有啲用嘅，不过如果用音速手印嘅话咧，我系应该咧无损伤搞掂佢。我依家用咗呢个咧，呢个预知未来加黑化咧，我就痛啦，我又损咗少，损晒小兵啦。如果你要呢个逐战能力够高嘅话，你一定要用音速手印啦。有啦，嗰只搞掂咗就由佢，坐下彩配先，坐下彩配先。等我储够满咧，我一嘢可以秒呢只二千嘅啦嘛。嗱，呢只二千，六千六难搞，呢只要慢慢搞，慢慢坐下彩配先。佢应该唔出嚟住。了解。了解。其实可以交叉再出再入噶，喂，好得噶喎，好似吓。咁啊，会快啲啊？我一彩配佢多过我、啊，系咪应该终止会战再嚟啊？好似系、啊，好似应该咁玩噶、啊，唔好吵啦，喂，吵又嘥时间啊！试下先。跟住再会战，我唔知系应该呢两只系嘛？唔知系咪？可能一只定两只爆晒啦！个城使唔使死一死符又？试下先。我唔知会唔会系用翻头先个条件入战，可能系，应该系，应该系冇记错，应该系，除非有其他人过嚟搞搞阵啦。我睇下可唔可以咧，睇下可唔可以捞到，会唔会捞到，会唔会令到佢可以有其他人搞搞震？啊！即刻开拖啦，冇啦，冇啦，冇啦！佢嗰个入战，即系嗰个接战嘅判定咧，都系一样啊，所以冇用啊，又系都系要咁继续打。原来我出咗去就可以俾你 save save 咁解，打咯，打咯。行ってきます。咁啊，冇喎、啊，真系等彩配嘅啫喎，依家。お任せを。はい。了解。等下先，冇理由依家埋去。有就最好咧，就系两只黑化 KO 咗二千，跟住六千六就两只夹佢一个齐射试试佢，咁就可能好啲。如果唔系咧，就难搞啲。你要。你有位先，得唔得啊？咁
不定嘅，你喺度都得嘅，其實。了解。包城门喎、哦，好提议喎、哦，系喎、哦，包城门可能得喎、哦，包城门撞咗佢会唔会已经搞掂咗成件事啊？喂，都得喎、哦，嗬，好少打城门战呀，好提议啊，我捞捞佢先，唔好嘥时间，直接冲过去爆嗰个城门佢可能得喎、哦，喂，真系呢度可能可以咁样玩死佢、哦、，OB 弯真系好提议、哦。诶，呢排我依家啱啱第一日开麦，个个新士坑过嚟睇嘅，之后睇两日又唔睇，你啲意见咧冇人俾意见我咧，咁啊只 game 越播越慢系嘛，恶性循环嚟嘅，所以咧多啲上嚟咧俾下意见啊，俾下意见，即系唔好俾啲冇用嘅意见，俾啲有用意见俾我，咁咧咁我打啊快啲咧，咁大家睇得开心啲啊嘛，系嘛？如果唔系下下我 kick 实晒。我又唔知道，我又做错嘢咁样就死啦，系嘛？真系咁冇意思啊！啊，我中意多啲人嚟比下，一齐打下只 game 咧，一齐倾下只 game 啊！啊，我咁我倾下呢啲仲好倾过咧，打同你倾其他话题都唔系唔好，其他话题我咪要咁撞入去啊？我点样行？中间佢两只一定喺呢度啦，咁我系咪应该要行侧面？行侧面冲过去咁样玩？系咪咁样玩啊？跟住咁样啊，系咪咁样玩啫？啲老老 B 已经唔见晒啦，我想同你讲，系咪会唔会三个人一齐攻城门会唔会快啲啊？我唔识呢个，我嚟搵啫，过去望下咪知咯。如果呢个时候老老 B 喺度咧，又可以多啲人俾下意见啊嘛，吓、啊。哦 ，OV 话考试冇睇喎，入去中路卖 Sky 咪撞佢两只咯，我睇可唔可以撞爆城门之后咧，当灭咗佢成队人啊，咁抵玩嘛？喂，俾个箭塔 kick 实我想讲，塔埋个箭塔，呢只行到过去就得，我其实可唔可以加速噶？我冇加速主啊，陣間遇到佢啲主力部隊啊，咁樣先。我就係完咯喎，發現呢一 round 衝衝埋去得唔得？哇！俾人見到啦。哎，你過嚟爆我走啦！哇，佢射我啦，走啦，朋友仔。哇！我加速先喂，我發加速走人先，唔好理佢啦，唔好理佢。你要出齐射傻噶系咪？呢个时候出齐射，呢个时候出齐射条友傻啊！我要加速走啊！你唔识开技啊，出突击啦喺度，你又齐射，哇！我啊更加要走添，因为限制敌方射击冇喎，走啦嗱！呢个八王子啊冧硬啊，隔篱条线嘅呢个，喂点样爆个门？我想问如何爆门？请问喂点样爆门噶？俾我行埋去冇用喎，行到埋去啦嗱，行到埋去点样爆门？请问？系咪直接撞埋去？会唔会咁样爆门啊？我呢个点爆门？可唔可以加速爆门？我爆紧咯，食屎啊！冲埋去话，冇嗨啦嗱，可能真系三路过去爆都得喎。爆咗个门冲入去咧，会唔会打赢啊？就咁赢咗啊？啊，撞埋去，喂，系咪要三路分开爆门噶？一咁啊，你唔好啦，喂，阿哥仔。你点爆门啊？点做嘢咁啊？一咁样爆佢门喎、啊？喂，唔系咁样玩系嘛，大佬？我冇得爆门嘅，大佬。有冇齐射？点爆？点爆啊？喂，又揿佢啦喂，揿死啊！真系。喂，食屎啊！爆门唔系好 work 喎，好似好废喎，爆个门。十啦嗱，你依家识玩啦，大佬。啊，中短啊？系唔好中断我爆埋门先，爆门睇下点玩法先，暴动唔好理。但系你哋要搞，我睇下点爆埋个门先系要。12、12、17，你咪棘实咗啊，朋友仔，过去爆门啦，笑咗，可能真系爆到喎、啊。
会唔会咁样 end game 啊？咁啊抵玩喎，咁一嘢得佢万几喎，佢做咩企实咗？了解的。我唔系好明白，呢只做乜嘢呢只？我马克西喎，中北喎，啊爆啦烂啦佢烂啦，零咩啊？另外狗行埋去啦，喂，冲入去啦！我系咪可以爆到佢咁样？系咪咁样玩完嘅？喂，会唔会咁样玩完？我唔知道。行唔到入去喎，发现。我真系行到入去喎，有乜用啊？爆咗佢个城门。佢有百二兵，我点样打佢个正厅啊？冇得打正厅，我想讲，食屎啊！要佢怼到咯，位朋友仔。佢朋友仔都系到咯，我点行入去啊？佢行入去好嘛？行唔行到入去噶？我想问，佢企咗喺个护城河出边咯，点搞啊？我唔识玩喎呢个，佢爆城门有冇用啊？出去再围城啊？咁样样啊？咁样玩法，你可以行入去噶？我想问，行唔行到入去啊？佢冲入嚟咯，冲过嚟咯，系咪出去啊？出去咯 ，boom， 翻出个攻城、哦，咁但系佢有人喺度、哦，即系都要打佢嗰只人啊，系嘛？哇，系、哦，似乎系、哦，但系咁样快好多。如果咁样去铲个城嘅话，佢点啊？强攻系嘛？但系唔得，佢强攻冇、哦，冇得强攻、哦。想讲佢有人喺度，点强攻啫？唔系喎，系嘛？唔系呢度嚟嘅喎，好似佢第二度嚟嘅喎。佢零，但系佢有人咯。咁会变系咪会变咗野战啊？我睇下先。唔系咯，又系嚟翻呢度打咯。咁有乜用啊？搞 get 嘅喎呢个攻城攻咩城啫？都行到入去，攻条毛咧。喂，唔系喎，佢行紧去护城河喎，喂，真系行紧入去护城河啦，话走烂啦，嗱，走烂，走唔走得烂，冲入去护城河，城内狗，佢棘实咗喺个墙度啊，呢只同个墙打飞机啊，讲咩鬼，重口味，齐射啦，俾人食屎啊，你黐得唔得？走啦，喂，咁点啊？行咗入嚟啦，顶。唔系喎，系咪行到入去噶？行唔到入去噶喎，行到嚟呢度咯。系咪咁样就咩啊 ？End game 啊，咩过龙门啊？即系嗰啲咩打嗰啲 soccer 啊？咁样冲入去，出个正厅，冲唔到入正厅，我发现黐线呢啲咩 game 嚟啫？游紧水喎，我入晒嚟啦，咁点啊？冇嘢 do 喎，我想讲有咩 do 啊？但系呢度咧，我可以同佢慢慢射喎，发现霸咗个城之后。入唔到嚟嘅，我想讲佢游水入嚟喎，佢食屎喎，跟上你行咗入去啦。我觉得有少少用，起码佢唔会突击先啦。嗱啲嗱，我觉得嗱可以咁样，呢只咧喺出边匿，跟住嗰两只咧喺度射，不过好似好嘥时间，门都爆咗冇得入去咯。地图边界笑咗，咁我系咪可以踩咗个城啊？我想问，会唔会当我踩咗个城啊？又出翻嚟。啊！又嚟过，佢仲要有一只咩头领添，食屎啦！你叫佢，冇用，冇交叉用呢、這个。咁点啊？你即都系要打咯，结论好啦，唔打咯，系嘛？打打。冇办法。行ってきます。咁点打好啊？佢后边会有你嘅嗰只，我用黑化搞掂佢先可以，跟住要等彩配。唔系、啊，而家好似少一只咁嘅，我觉得。仲有只千几嗰只唔见咗。咁样我一系埋去 KO 咗嗰只。嗰只飘咗2900先咯，都系好似头先咁咯，等彩咯。冇啊，真系冇咩好办法嘅喎，呢个真系有。
系咯，韩国嚟先啦，韩国嚟先，呢啲就系侧翼咯，低能嘅卡片嘛，直情讲系嘛，即系照计撞咗个城就搞掂啦嘛，系嘛，应该理论上应该要咁样嘛，系嘛，真系。等啊，等翻六架彩配再埋去，一嘢黑化爆死佢先，爆死嗰只先，跟住再拉翻开，再射死嗰只6600，唔知得唔得？咁样应该损失最少，我觉得。我发现我唔记得推 pose。揿咗先，有几架五格咯，使唔使行定过去啊？佢系咪真系企定定喺度咧？可能真系企定定喺度。我马卡西，计到完啦！呢一喂唔系，有只喺后边，佢又多只，咩嚟噶呢只？1521，射唔射得死佢啊？两只围佢都几难射死佢，一嘢 KO 佢得唔得？喂喂，咁我咪劲嘥彩配，你咁样摸都痛喎，其实真系唔系讲笑。咁样摸咗1倍2，太慢啦！如果我咩，我睇下呢两只落去后边度 KO 佢先啦。入门口冇得打劫咯，系咪啊？靠晒内疚，点解唔强攻？佢周围有只6000人喺度棘住喺个城度咯。我一入会战，佢有6000人喺个城度出咗嚟啊！嗰度难搞啊，嗰度麻烦啊！你冲会唔会见到佢啦？可唔可以呢度两个角度咧？你？わかりました。リーチ。啊，见到佢啦，见到佢啦，食咗佢呢只先。お任せを。见咗佢喎，佢咪企定定喺度啊！齐射喎，齐射啊！我加速啦，系咪应该？会唔会一路拉啊？佢齐射好似唔喐得喎，咁你死啦你咪！啊，佢唔见咗喎，嗰只咁得意啊喂！去咗边啊？唔见咗嘅，消失咗喎。好，中断先啦吓，做下内政先，喂，考下粮食啊要。哈，OB 蛙系嘛？打完个城冇喎，冇嘢攞喎，你话惨唔惨？分析を開始します。これです。新たな発見です。これです。悲剧，我其实我可以八王子呢度调人上嚟，哇，不有人咯。有人到咯，呢只咁鬼废，求其 KO 佢都得啦，行到上去，冇咗条路，要调查条路出嚟，依家咁塞住晒咯，塞住咗喎呢度，都要向前攻噶啦喎，呢个位睇嚟系，或者拉后咯，拉后再上咯，两路夹，使唔使啊？试下几能力，直接撞都得啦，系嘛，唔好嘥时间，呢度二建成佢搞紧，四个符先，唔好理，你先。冚啦，冚呢位 save 佢，会叫八王子兵佢啊！我呢唔系啊，呢啲常识啦，实会叫佢过去。喂，呢啲我唔知佢行去边喎，呢三只可能系咪落嚟呢度啊？就系咁啱，就系呢个位置我啲武将唔系咁劲咯。人有讲，佢唔知定系转弯过嚟呢度添。呢边都唔系好劲嘅啫，呢度几只。有冇黑化？冇乜相关技能喎、啊？呢啊有啊！我妻尤赖有呢一有一只黑化，嗰、那个时停嚟喎、啊。另外嗰个战法系嘛？时停就唔系咁有用喎、啊，好似可能睇下先。战法时停嚟嘅、啊，时停系弱化佢防御系嘛？都可能有用嘅，有用嘅。弱化防御加呢一个黑化应该都好快，可以得到两三千嘢一口气，其他就唔得，万几嗰只难搞啊！冇理啊，做咗内政先，唉，真系谂到咁多。
我谂紧咧，会唔会呢啲翻嚟过去左边英优嗰度偷佢算数啊？英优又大战咯，发现系嘛？有冇啊？北高仲未搞掂喎，佢咁鬼耐喎，北高。我呢度仲督紧佢啊，大河。咁我系咪应该去英优偷咗佢先呢？呢啲翻转头呢两只上面，哇！呢度又大合战啊！呢度好快又嚟料啦！呢度万几啊！呢度。几线进攻啊，难搞啊！呢啲位，所以一定要一边战士嗱嗱声搞掂佢，就系咁解啊！我讲过，呢度嘅话，嗱呢个2500又要搞，呢只又撞埋你啊！一嘢督我三只嘅又系，都又系痛啊！所以咧倒数紧啊，好多嘢都咁样样。哦，呢两只过翻嚟，过去英优度偷，你偷唔偷到佢咧？但唔知有冇大合战喎？我要敌我双方都五只喎，系嘛？敌人五只，我两只得唔得噶？喂，啊，睇先，两边都要五只喎。Simon 哥话五只，1、2、3、4、5咯，加埋呢两只五只，过埋应优得喎。咁我呢两只翻嚟好喎，翻嚟驱王咩都好顶住先。承知しました。五只，任せます。两只劲啊，两只超劲。变咗佢过去，算啦吓。你换人啊，换人会好啲啊，一换人佢就出嚟噶咯，得唔换得。谂下先，两只过嚟。睇下会唔会转弯大合战啊？呢度好重要。如果唔系就上面落嚟呢，我八王子过去可能帮助佢大合战先。不过佢应该会不断过嚟喎。呢度有人会，喂，应该过唔到啦。二箭城又俾人围，佢边有咁多啊？金城又俾人围，下边都断啦。啲人喺度过去打咗黑猫先啦。得啩？我睇下同盟到未先。会有可交涉的内容。点解唔得呢？系咪我揿咗个取消咗个政策？可能系炒凉先お咯。帰りなさい。咁少咋？撞你个鬼！いってらっしゃい。呢啲可以帰炒りな凉さあ。当呢一个咧创造嘅政策咧データ収集を開開始します。咗呢个罪盟，即系话咧取消咗呢一个创造个点数嗰个限制之后咧，你就可以点所有嘅政策噶啦嘛。创造嗰栏咁创造咧有两个政策揿完之后咧，你可以炒粮食嘅。咩叫炒粮食咧？你咧就用一个咧一点唔知两定三倍嘅价钱咧，就系卖出粮食啦。咁你买入粮食个价格就系1倍1倍1。即系一个金就买一个粮食，咁你长期咁样买卖，咁你咪可以炒粮食赚钱咯，咁样玩喎。咁点解可以嘅咧？有两个政策，创造嘅政策。又第一个政策咧，就系呢一个幻想一传，交易商品便宜20%，呢个都唔够，仲加多个政策咧，就系呢一个半价便当，交易商品便宜30%，咁咪即系便宜咗50%咯，咁你咪可以炒粮咯。所以就系会变咗炒家啦，Manfred 咁样讲。咁就依家我有翻少钱啦，我睇下咧个黑猫佢同我做唔データ収到集を開始します。一个外交，可能系因为呢个原因。联考楼友谊冇开到咩啊？咩鬼嘢？终止盟之想，我有揿错咗添，咁样样。データ収集終了しました。工作应该揿到啊，揿到系咩？唔系系。系真系冇嘢，可能データ佢収集冇を開嘢同始し我ます。咩咗，データ収集終了しました。冇嘢同我倾咗，工作一揿紧咋，极速揿紧，冇交涉内容喎。佢真系话咁样样，动赠应该都唔得啦。佢话足够咁得意，见到佢援军喎。有佢啦咁。因为我有个城同佢接壤啊，呢、这个阵代咁就变咗我开少个政策啫。佢咁样，おかえりなさい。炒翻嚟咁够开两个，嗰两个政策够啊。
我开晒啲强力政策，我付万几蚊咯一个月，但系给我的如果休买息粮我开始咁什样么？炒下炒下咧都够嘅，要有，但系你要有咁上下嘅实力，即系呢一个钱先至得咯。依家炒，依家累剩翻十几万粮差唔多噶啦，差唔多可以俾我炒下炒起啦。我后边都冇乜兵出啦，都有嘅，好少咯。暂时用前线啲兵嚟顶住先咧，都够用。我啲成烧得太快咧 反而搞到我唔够粮食嘅，之后后期。又唔好揿，呢个要揿喎，俾人拉走咗。就有啲时候就系唔出啊，佢嗰队虽然都唔系好关键，但系都要揿佢呢啲。有啲城我都仲未出兵添啦，够粮食嘅之前。咁啊麻雀依家行过斯特拉，唔知呢个阿魔炮会唔会过埋去帮手呢？咁就好啲，咁我可以分薄咗我嗰个负担。我依家面前一二三四呢度应该可以开到大合战，应该可以。我呢度有三队人，要俾多两队上去咯。可能呢度顶多两队上去，可能我六叶打完之后呢，即刻褪翻个城出嚟。不过唔知走唔走得切去呢个1900人，呢度唔系好劲啫。其实能力真系唔好劲，系啊，系佢会劲啲咁解啫。其他能力一般，应该好打嘅。呢又反损晒你喎，政策データ唔好开収咁多集を住，開始します。好够钱。佢有一个城又打翻嚟，但系我冇人可以过去喎。要冇得搞呢个城，搞佢先。依家冇乜地方开兵营喎，咁样先。巡查一定要巡查，唔巡查睇唔到嗰啲路啊，迷路啊。如果有个富豪俾我搵到件宝物，其实应该叫调查、侦查。好似唔系喎，巡查我记得系巡查先可以睇到路噶嘛。呢两个，哎呀，呢两个又命唔到啦，又命唔到啦，有佢啦。元宝60日，有冇富豪？好啦，我冇人去喎，但系。90日喎，哇咁耐，但系冇计喎，真系要搵人过去喎。80日，求其搵条友。跟住仲有，哦呢度唔使啦，呢度预咗会送翻俾佢噶啦，嗰度97啊营运，好快可以咩啦？我唔系有条友系咯，搞掂。おかえり跟なさい。住买入，唔好啦，冇钱买唔到入，买住军粮出住钱先只能够。城都冇钱起啦，依家怀柔都唔想揿，冇嘢 do 啦，呢个符啦，咁真系冲上去呢度冇计啊，行唔到过去。如果唔系，我呢度行咗上去啦，呢度冲上去算啦，都好似唔多够粮食喎。佢话佢烧得太快咧，变咗我粮食负担啊！又
你等佢过嚟霸王之好啲啊！我惊我合战控唔切喎，佢后边嗰只劲唔劲啊？60几都唔劲嘅，呢只唔知去边喎，500人应该唔惊啩？冲上去先，冲上去先。行，佢唔知会唔会转呢边定转嗰边喎？呢只系打硬噶啦，呢只。そうなんだ。まあまあじゃない。诶，咁样行咗上去先，行咗上去先，不如直接叫佢揿呢度。我最惊就系走漏鸡啫，呢度其实佢阵间有人咁样数过嚟咧，我翻唔切去。不过应该冇啦，系嘛？佢喺到帮上边啦，我走啦，呢啲都系咁样行过一路。佢走去后边，我都有兵挡佢嘅，之所以唔惊。咁唯有咁样先噶咯，冇咯。呢度啲蚁，佢过到嚟，唔知我烧唔烧得切，应该好快呢度。咁我烧得切，我呢度切变咗我手咯，会我手都好嘅，可能养翻两条路出嚟，呢度大地图夹佢算。但系呢啲嘢难，啲嘢好痛啊！即系开大合战可能好啲呢度会。如果我系得呢只就更加好啦，到时大合战呢啲上唔上得切嚟咧吓？呢只佢清田。过嚟绿叶啦，不如，但系棘实咗喎，呢度会唔会棘实？神山佢应该嚟到呢度，我神山啱好行到过去，应该得。呢只去边噶？青田三只都喺青田，开咗个大合战先好啲喎，好似。但系佢会唔会转 target 咧？转头我唔知喎，电脑啲行为好难预测噶，真系唔知喎。行住上嚟先啦，逐步睇啦。依家好难谂啊！我想呢度开大合战啫嘛，佢三只唔够我开嘅呢度。睇下点先啦，睇下点先，睇下点先。等我一阵啊！OK， 顶都系合战啦呢度，冇计，只能够合战呢个位。不如呢度 save 个符啦，唔使搞咁多嘢。睇下可唔可以呢度砰砰声完咗佢啦？两路合战真系唔系路，睇下点玩法先。头先好似打到去，嗱喺呢度，呢度我两只夹佢嘛，呢只冲埋佢嘛，系咯，佢又齐射食屎啊，叫佢留翻彩配好喎，1、2、3、4、5、6、7格彩配，揸格彩配打只齐射唔见咗，头先就系话唔知去咗边度呢只嘢，好神奇，佢会唔会褪咗去角落嗰度咧吓？有可能喎，即系望一望喎。
或者可能佢去咗中路咯，已经。睇一睇先，佢出现会叫我噶啦，撞埋佢啦。啊，你到啦，见到啦，凯儿唔系，唔系呢只嚟嘅，佢另外嗰只唔知去咗边嘅真系。我依家埋咗牙未噶？埋到牙噶啦，应该佢痛紧咯。咁啊，你食屎先啊！我两招一齐放。预知未来加黑化，你可以食屎啦！再见。哇！后期啊，后边哎，你后边嚟啱啦嗱，一口气一镬过。哎呀，食屎啦，自相残杀啦！啊，佢哇，乜你讲到你度？佢上得去喎，佢哇咁啊，佢叫忍者嚟喎，我唔知佢点。我两只过去见佢，见佢唔到喎，系咪食屎我？我食屎咯，咁咪。哇，中晒你计咯，我又冇得行啊，冇得行啊，应该一次过放晒啲彩配出嚟喎，俾佢。Oh no！ 哇，玩完。不过我削咗佢，哎，又起身啦！你终于醒啦，大佬。我依家两格半咋，三格都未够啊，三格都未够，我直冲得唔得啊？可唔可以直冲啊？好恐怖啊呢度！但我会俾佢两只夹喎，应该睇咗阵先。你调转咗头杀佢呢只算数啊？了解です。有冇得杀啊？个比例都唔系太好睇，不过可能打得过。个头哇好痛喎、哦，佢转住咁同我打喎、哦，指挥点不足，捉未啊喂？捉啦捉啦！咁我咪开咗呢个技先啊！开多次啊！开多次反弹四 K 好佢算啦，开咗个无敌先啦、啊，依家唔系无敌嚟嘅呢个其实会死啊！要等试乜？搞掂，走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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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超级痛，走啦喂！草彩配，走佬。不过有只五百几可以屈死佢先，我觉得滴滴仔咁滴死佢先，佢六千几难搞嘅只六千几，可唔可以呢度咁样拉拉住，等我可以走？好痛喎、啊！咁样俾人射，原来系佢六千几咁痛嘅、啊、射人，走唔到添，走唔走到啊？谂住射我喎，睇嚟系，我想走啫。有冇得射住先噶？系。我角度射击得唔得噶？换个角度先。さすがですね。有啊，有多角度射击，而家变咗佢打我嘅喎，四廿几喎，好齐射喎呢只，呢只有齐射。行きます。会搏齐射依家，好痛喎、啊。又搏黑化加彩配，你拉走咗先啊！真系 OK 痛喎、啊，拉走咗先，不如走唔走到咧？你估拉个试验走到，不过又要草彩配，咁唔系路，走一走先都系好痛啊！四廿几咁射、啊，佢真系咁追、啊，冇谂住停，极大战损、啊，突然间算啦，走咗先啦，走咗草彩配先，冇得玩。要都系一本一啫，你冇彩配冇得搞。呢到呢只咯，佢拉住呢只，我冲行住呢边先啦吓。死咗啦佢。哇，走啦！一读心术就要走啦。我射死埋佢先，射死埋佢先。
死佢添，唉！佢啲读心术都好痛喎，打咗卅几，哇！所以我话唉，冇得打，我系咁，系咁拉。了解。負けません。好きあり。放速喎，佢做咩 Q 嘢？了解。佢加防喎，光速加防，可唔可以行嚟呢度啊？你慢慢嚟。一进一退啦，冇乜特别依家。借住先，不如。我想三路射佢啊，佢唔系好识啊，我谂佢。你惊唔识理解我嘅行为？佢依家追紧过嚟呢度，咁我齐射佢咪撞到埋你？但佢都好似射紧我，有阵时我唔知齐唔齐射好，大佬齐射我惊佢走，呢个威严再齐射会好啲啊，我觉得。或者可能黑化会唔会仲好啲？不过搏齐射好似仲好玩喎，应该齐射睇下先。得，佢冲紧埋你，威严啲。その目で見てみたの？そう言われちゃ嫌とは言えんな。真系冲紧埋你喎，行得未啊喂？哎呀，我放错咗个齐射，佢真系冲埋你喎，直接。我想捞过啦，已经捞过啊！但系嗰下齐射出事，不过都痛噶啦。都痛㗎啦，一咁樣玩好痛，戰損太大，根本玩唔落去。我咁樣撈撈下真係玩成個月都得喎。我知道知道點解啲人叫我唔好滅黑貓啦，直接完咗佢算啦。你依家咁樣玩合戰呢，好嘥時間啦，咁樣玩法。真係搶咗英優佢完咗佢 game 佢算數。你冇得玩㗎啦，就算俾你有音速手印又點啫，你冇彩配咪又係死。系咪先？佢呢只拉齐射，我冲埋佢死嘅，咁我要难行翻出嚟系嘛？佢嗰只到噶咯，其实我掉翻转头会见到。了解。啊，就系呢度啦。了解です。打到佢未啊？これで勝負。はい。不过佢都应该死啊，唔使开啊。私たちがきっと何とかする。佢开黑化都唔使啊，佢得千几啫嘛呢度。佢黑化嗰度，哇，我好痛啊咁，我揿都未啊。哇哇哇哇哇！嗰度换咗几百添，揿唔揿好咧？唔揿啦，嗰度二百几啫嘛。油断しました。哇！但系嗰度痛喎，死晒啦佢。一二三四五格嘅。咁样可能咁行过嚟好啲，搵只吸佢出技先，我觉得。边个有加速啊？你有威严。你咧，你都系威严喎，两个威严都得嘅，引佢出技先。私たちがきっと何とかする。任せて。お任せを。打上唔上到去啦？六千就喺度，等佢出技先啦。夹咗佢先，夹咗佢先，咁样应该最快，我觉得。お任せを。
唔出奇喎，我42-42咁死嘅，点解？我真系唔出奇喎，我拉走佢先，真系拉走佢先，可能俾个箭塔夹住咯，咁鬼痛嗰啲箭塔。心术啊，个心术我就走啦，威严先，威严走啊佬先。哇，超级痛啊！嗰度换咗几百，俾佢换几百，佢大锤武装呢条友，一次我射晒啦，借住先。埋去啦，埋去啦，开到未？未开到。勝負を始めます。埋下啦，好嘢，你食屎啊！一次屌你！抵换啦，搞掂，食屎啊！极速极度抵换，你拉后，你继续射佢，啱噶啦，啱噶啦。跟住你铲埋个箭塔过埋嚟先，你个 debug 仲未完啊？呢个拉好耐喎佢。其实依家凑彩配再黑快冇得谂啦吓，定系齐射算数，齐射好似好啲喎。头先就系齐射出事，谂下先。箭塔应该一早打爆啦，嗬。但如果威严咗先齐射会好啲，不过其实佢都讲得切嚟嘅，所以应该呢咧齐射嗰只行前啲，跟住先至喺佢后背后齐射，跟住咧跟住就可以咁样拉远距离啊。不过齐射都唔系话特别有用嘅，咁样可能储黑化可能仲好，我觉得。我数下先，1、2、3、4、5、6、7、8、9、10，可以出两次黑化。一次乜嘢？咁咪要扣到佢一次，扣到两次喎。我如果睇下先，唔知道未来应该要靠近战啦。出到呢个系。两招三彩配定四彩配我唔记得咗，三彩配嚟嘅喎，3、1、2、3、4、5、6、7、8、9，之后可以出一次半，死咗之后三招一次个夹死我喎，加入 B 我死符咯，死符先出去系嘛，死符先，你出路出去变三路围，有冇谂啊？有冇谂啊？死符先。佢呢度咧两只过嚟嘅，原来系咁样样嘅。我觉得我正面撞佢都仲快啲咯，应该会。咁我上到去帮手啊嘛。呢度我唔知佢系咪转弯，睇下个形势都好，大佬。六叶就来咗攞咗噶啦，啱啱好，啱啱好攞咗。佢又撞紧埋嚟，好彩我出去啫，因为继续打喺嗰度就痛啦，超级痛。呢度两路夹住佢先会好啲啊，追住先，如果唔系搞佢唔掂喎。呢度佢一路咁样嘘声咁落嚟嘅啫，我后面嗰度合战未搞掂啦，最惨，两路合战都唔系路。呢度埋牙就呢度打先啦，呢度要合战。呢度真系两路打去啦，呢度啲能力唔系好高啫嘛，系兵多咁解咯，得闲先过去再合战咯。我呢度分两路行翻出嚟先啦，咁唯有，但唔知走唔走得切。あなたに答える必要はない。两边走呢、這个，我任せよ。由佢围翻个绿叶，冇问题，我做守城。呢啲上紧嚟，五只喎 ，jackpot。出呢、這、一个，佢五隻到未？未到应该，1、2、3，五隻呢度有一隻，
后边等后边到会唔会快啲啊？你由佢打住先啊，定系呢个再兜佢夹佢饺子啊？有一收口有得谂喎。呢啲我想去围城啊！呢神山，点好呢？等佢到齐先好，我觉得计翻个距离。嗱，呢度咁长，我呢度咁长，可能我要挨打。如果我要计翻距离行嘅话，呢个可能要挨打，真系会唔会依家过去先会好啲啊？確定佢過嚟嘅啦，其實過咗去先，不如呢兩隻。其實呢度三隻嚟嘅，發現係呢隻過係啱嘅。咁样先，咁样先，呢度行咗出嚟，再夹翻佢，跟住之后再睇下点样大包围。如果佢转咗咁点啊？呢度我咪食屎。一二三四五啱好五只喎，呢只一定黄啦、啊。黑化得一只，埋佢应该唔够抽。呢度哦，呢度有两只嚟紧，都 OK。呢度突然间嚟咗只三千五，我唔知喺边度出嚟嘅，佢仲要呢个位喎。我唔知佢翻去边度。哎呀，呢度有二千五嘅，喂咁多嘅，搞搞下好难搞喎、啊。呢度俾佢咁样撞埋嚟死嘅咯，又系佢埋到嚟嘅咯，再唔理就我唔知佢点行喎呢只，要谂噶，唔系船到桥头自然直啊！你谂咗一度地方，但隔篱就爆煲噶啦。所以点解斗音难度手同合战都未必破到局啦？你边有可能？可以同时五六度地方一起打啫，佢惊唔俾你咁啊嘛。得嘅话，我都一早试咗啦。呢度我又想合战、哦，呢度我又想合战。佢嚟到嗱，计翻条路嚟到嘅时间系一样嘅、哦，想讲咁冇得搞嘅、哦，冇得玩嘅、哦，系要让翻条路出嚟俾佢过嚟嘅、哦，特登。喂，呢个一定咁样行噶啦，系嘛？咁冇计喎，行啦，行出嚟啦，根本你冇得拣，我想讲。到你选择。そうなんだ。一千三一行出嚟就又移开，四千几喎、啊，喂呢度唔得喎，呢啲真系要坚持喎、啊，四千几喎、啊，大佬。啊，呢啲小路咧睇唔到佢过嚟咧，我冇部队围翻佢啊。我一行开佢个城就爆兵出嚟噶啦，又喺呢啲位难搞啊！佢里边条友系咩人嚟噶？九啊六冇理添，仲要又系超痛嗰啲朋友仔嚟嘅，封唔到咁多位，我唔知佢呢只边度数出嚟嘅，呢度有条秘道原来，唉，佢一督我一换衫，一换衫之后死九千喎呢度，佢三千。我死九千喎，唔对路喎。呢度一督过嚟，一换三，剩翻即系七千五，我死七千五，死七千五，计翻换翻都抵嘅。呢度就唔抵啦，计翻条数，系咯，佢四千几嘛，呢个成加埋呢度都七千啦。我行唔行开，我俾佢督嘅话咧，咁都会有呢、這、一个，唔系，好似唔系咁计嘅。好似系照俾佢督嘅喎，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已经。咁咪一支初成满盘加落索，咁我咪要依家一早谂定先。如果唔系头阵间我赢晒呢度输咗，我就收皮嘅咯，又系，我系会最差嘅结果嘅，会系。咁好难搞，好难搞。
最惨就系唔知边度，佢会呢度咁扭一只过嚟。哇，好难打，好难打。啲翻唔切嚟啦，翻唔切嚟啦，根本。谂下先，呢度会爆煲可能，呢个位可能爆煲。呢个福地城可以翻嚟喎，啲人其实翻唔到嚟啊，冇一条秘道咯，就系争嗰条秘道，塞住晒呢度围紧城，系翻唔到去嘅。一系八王子度翻去都得喎，呢度。我要五隻先至出呢一个合战啫嘛，咁我呢隻翻嚟都得，会唔会啊？搵一隻翻嚟先，呢度点搞咧吓？呢度点搞咧？都要行开呢度爆痛喎，呢度冇人翻到去喎。呢度要帮呢度，最惨就唔知佢呢度系点样行嘅合战，佢系转左定转右唔知佢就系、是。我觉得应该预知未来咗呢一度行点样行，我先知道嗰个战略嘅配置咯。不如我直接咩啦？直接过俾佢，睇下佢点行啦，有得捞噶嘛？转左啊佢，即系嚟打驱王噶。后边嗰啲系咪都系打驱王噶啦？我一行开即刻咩啦？可以顺便看埋呢度嘅战选，我觉得。我写知局呢个时候爆咗，但系我觉得唔关键呢度。佢分几段路，哇！好彩我睇我望一望啫。佢可能呢只落嚟呢度，呢只过嚟呢度咁样玩啊！哇！撞你个鬼咩？咁好难玩嘅喎，你咁样仙女散花式咁样样玩法，呢只就企喺度嘅，咁样样。啲嘢调翻转头，全部啊，我都话噶啦，佢实会转，我同你讲，佢实会转，肯定会转，所以我行开已经冇用。佢见到个城烂咗就会走噶啦，呢啲原来咁样，好彩我睇完，我再捞翻，我就知啊，我就知点玩啊。我睇下呢度战选先，冇理咁多，上边咧，上边望埋，我呢度转咗。呢度转咗好多隻啊，都一二三诶五隻，你应该储够，应该储够五隻，啱啱好嚟到呢个合战，大合战。但系嗰啲一开始战损会好大咯，应该二千几啊，七三廿一，一换三啊，真系屈一换三，要行开呢几隻，一定要行开呢三隻，即系冇人落嚟嘅，系一隻五千啫。咁我合完战呢度我走啦，理得你啊，五千嗰度你全部走啊，翻嚟全部守喎，唔守黑猫佢。不过仲未搞掂，咁样佢走喎、啊、呢只反而佢唔去喎、啊，佢英灵喺边度啊？喂，英幽冇人喎、啊，灵英唔知边度，英幽又走晒啦啲人，佢有一只鼠入嚟，我呢度都搞唔掂啦。福地又话过去偷英幽，而家咁样偷唔到住可能，但系真系要过去偷英幽，英幽可能仲更加重要、啊。呢度一督个扣几多啊？冇睇添，督多次唔该，俾你督多次。哎呀，诶，哦，申请停战，好喎、啊，申请停战，申请个停战我咩喎、啊？我可以肆无忌惮喎、啊，冲过去停战，唔使等同盟喎、啊，停战六个月嘅啫嘛，系嘛？我记得好似几多个月啊？定两个月啫，哦，你读多次唔该，我想睇下战损几多。これで決まりです。目標捕獲しました。战损几多？一换一点五，抵唔抵换？抵换呢度，我觉得抵换。呢度可以有佢，一换一点五，抵换，有佢先。呢度就一定唔抵换啦，呢度，呢度就佢全部离晒呢度，呢度已经可以大合战啦，应该系嘛？四隻啫喎，唔係喎，可能我兵力太懸殊啊，佢判定我要行開先呢度要，即系呢度要行開先啦呢度，跟住呢度咧，
呢度陣間搞噶啦，呢度呢度唔會咁樣嘅。呢度行出嚟係會中槍嘅呢個位，原來佢係走佬嘅。咁個白王子追佢都冇用，我想講。咁我白王子行翻轉頭啦，死者之谷呢度已經即刻開咗條路出嚟，原來咁樣嘅。佢哋去边呢？其实我唔知佢哋去边，可能会唔会再嚟住古庄啊？就喺住古嘅住古庄大合战，唔知会唔会绿叶呢度？我唔知佢会点。呢只有佢啦，呢只三六个爆佢啦，控唔到咁多啦。谂下先。爱尔文，爱尔文如果俾佢，如果俾佢督嘅话，会几痛呢？吓、啊？都其实未试过。俾佢督督佢先吓，俾佢督督佢试下先，或者可能到最后我发现全部都系自己谂多咗，由佢督都冇所谓嘅，咁就由佢督咯。睇下爱尔文俾佢督几痛先会，快过嚟督我啦！系啦，即刻过嚟督我啦！お姉ちゃん嬉しいわ。嗱，佢喺城里边啲人咪出嚟咯，哇咁唔抵，哇！佢一换六喎呢度。我一定要走喎、啊，一换六喎、啊、呢、這个位，一换六啊，冇得玩呢、啊、度，要行开先得。Andy， 喂 ，Hello， 你阿、啊、作曲家，你嗰首乜 Q 嘢咧？我玩到 S 咯，你几时 rank 咗嗰首歌去啊？我一早已经玩到 S 啊，你嗰首乜嘢？嗰首咩自卫队嗰首啊？吓、啊，你不如 rank 咗佢啦，你搵啲方法去。去揾啲 normal data rank 咗佢啦。你知道我讲边首噶啦 ？Osu 啊，阿爱尔文一定要走啦，呢度冇得唔走，一定要走，冇得拣啦呢个位。我只能够走开再翻嚟啊呢个位，俾佢自己行。但系死者之谷其实呢度可以四路围嘅呢度。突然间我谂翻起呢、這个七八行下路。呢度一隻，呢度一隻，唔系、哦，其实可以两隻上路。好忙喎、啊、Andy 话系嘛？啊，呢个死者之谷可以留一隻翻嚟。你呢度已经开咗条路啦，依家咁快脆，捞过已经开嗰条路，咁样样嘅。Hello 啊，依家我唔读人名啦，我想尽快完咗一只 game 啊，我唔想太多嘢咧，混乱咗我嘅谂，我嘅思考、啊。我做得重要嘅留言就读下，唔重要就留由佢啦，系嘛 Andy 咁啊，由佢先啦。我呢度可以四路围嘅，我呢度包一隻，跟住呢度转右上路冇人去咯。你系咁样啊？咁样兜过去七百好快死嘅，其实七百。呢度可以由佢督，呢度真系由佢督，佢会钳实个城嘅。我发现系呢个位好得意。嗱，咁样啦，自动装晒嘅玩法呢个就系呢只唔好垫后啦，呢只垫后好啲，不过可能就会慢啲啦，咁样行法。承知いたしました。咁样。跟住呢啲咧，搞掂翻嚟，砰砰声 KO 埋爱尔文，呢两只可以，咁我呢两只可以出去玩大合战喎，但系唔得喎，呢个位好理啦。嗱，呢度霸王子系追唔到佢嘅，其实霸王子呢三只系咪可以过去偷影？又会远得滞，但系好似远得滞，双停嗰啲肯定停晒我啦。呢度嗱，呢度有条路可以咁样偷，或者搵死者之谷呢几只上去偷影优可能得。不过其实呢几只好废，打唔到一下大合战嘅呢三只，搵下边呢三只打上去可能好啲。呢三只可以打大合战啊！呢只系咪咧？呢只你打唔打到契约啦？有契约啦，有契约应该得。不过敏敏地啊，契约唔够黑化，同埋呢一个雨之未来咁劲，敏敏地都要搵上边呢啲，上边呢啲先系王牌，过唔到去。不过。
呢度打下大合战嘅呢度，呢度要走我记得系，呢度要行开咁样样。但如果我一唔围佢，佢会唔会又唔过嚟啊？会唔会我搞掂咗呢度咧，即刻可以打呢度大合战啊？咁就由佢自己过嚟得啊。跟住呢度绿叶咧，我就知道佢会走嘅，佢系唔会过嚟。咁我都走啦，可能真系喺住古装见、啊。或者稳定啲人咁样包翻佢转头啊，咁结果呢两只可以过嚟青田喎、啊，过埋嚟青田，会唔会啊？咁定先啦、啊，估唔到佢会点行。跟住，你喂嗱呢？呢只呢只应该咁样行，跟住如果佢真系坐晒嚟主古装咧，佢就食屎啊！我三路围佢，嗱呢只应该咁样行过嚟先，我觉得。送。やるなら早くしてよ。跟住你留喺度先。要咁过去，睇下点先啦。啲友去督呢度，要呢度要帮呢度，呢度会阵间过到去。呢几只啦，嗱，呢几只点行好？呢几只点好？点好啊？呢几只过唔到去、啊，追又追唔到，翻转头冇意思。呢只掉翻转头行都冇用，其实有呢啲帮手噶啦嘛，阵间都系照冲出去好啲。呢几只冇得拣，其实佢如果偷鹰优都系要咁样兜过去咯，都系呢边兜过去咯。呢度直行嘅话咧，撞兔山啦，即刻佢都即刻出晒嚟啦，又撞黑猫，系咁样最快嘅。呢度就撞晒呢啲城又难搞啦，唔好啦，都去咗彩蓝先，都系我嚟要去过晒嚟先呢度，咁样要打翻个合战先，嗰度有佢啊，千几人出嚟冇计啊，你如果唔系边有玩呢度，我唔知行唔行开好啦，呢度真系。佢唔知道应该赶得切，赶唔赶得切过嚟咧？但系佢好多人喎、啊，其实我惊我完咗呢个合战咧，佢已经转弯嚟到呢一个点咯，我可能走唔切喎、啊，到时千几走唔走定先啊？唔好理佢转，唔好理佢住都系。打埋呢场先。行ってきます。はい。我唔记得打到边喎呢度，真系唔记得打到边喎。你好似唔～扣佢咁嘅位，因为电脑转咗方向转嚟打呢、這个呢、這个麻尾咯。我依家射佢好好唔痛喎、啊，真系超级唔痛喎、啊。系咪三度夹佢会唔会痛啲啊？其实系咪齐射呢个位？佢有冇减速噶？好似有减速到喎、啊。齐射我咪痛咯、啊，我咪出事咯、啊。咪嗱，应该呢只行前啲，系嘛？佢就嚟完啦，个 debuff 行前啲，但又唔好行到好前，行你呢度到啦，我估。咁、我齐射咪可以多角度咯，喺呢度射佢，依家追麻尾啦嘛，依家佢唔会转噶啦个方向。心术喎、哦，食屎啦，两只都读心术喎、哦，咁搞法走唔到，
你拉走先啦，咁咪有。嗱，点啊先？嗱，我依家开齐射啱啦，打咗佢先，费事佢唔知我做乜。大丈夫，まだまだ、何度でも。啊，中唔中先？多中喎，佢一打我啦喎，佢识玩啫喎，我一转 target， 佢即刻转齐射个目标，即刻转我喎，你睇，唉，又濑嘢啦，系唔可以出齐射，我发现抖音难度系会出事啊，出齐射出亲都死啊，除非对面低能，但系好难低能，所以要捞过。呢个系唔可以出核嘅，呢个齐射出亲都死，边个出边个死吓？系、出事，我又唔够彩配黑化佢咯，讲呢啲真系靠黑化嘅滚食嘅啫，我依家只能够。私たちがきっと何とかする。お任せを。有冇得不断 save low 佢个齐射噶？系咯，不断 save low 佢齐射得唔得？咁会唔会快啲啊？其实成件事 save low 佢齐射先，搏佢出混乱，出混乱就捞过。依家齐射到佢喎，发现佢真系同我斗换齐射喎。但乜用喎？我想讲咁样拉佢出嚟。咪咁样有排打，我发现系。你又齐射喎。你射佢喎，你射佢我就走，系喎，依家时候冲埋佢会好啲啊！你齐射冇得走噶咯喎。重複を始めます。咁鬼痛噶喎，个齐射，我埋佢，喂，我佢一佢一换十喎，你见唔见啊？俾你睇下，一换十喎，中晒枪啦！喂，我齐射咧，佢就换我一换三。我佢齐即系我齐射嘅时候，佢换开换衫行埋去。到佢出齐射嘅时候咧，佢换翻我一换衫喎，咁冇得玩嘅喎，真系冇得玩嘅喎。超级抖 M 难度呢个真系你自己睇啊睇到啦，系冇得玩嘅，捞捞佢先。喂，边有得玩嘅你咁样？唔公平，完全唔公平。咁我唯有等彩配屈黑化咯，冇得拣啫喎。我呢度摸冇用啦，咁讲退出个读心术真系好痛啊！我想讲又走唔切，拉走佢屈黑化算数啦，不如唔好理佢啦，傻啊呢条友，拉走黑化算数啊！お任せを。其实我真系傻啊！啊，你唔好行咁快好喎，等彩配喎，依家要。お任せを。等我拆下箭塔先。Man Fat 嗰啲问题我唔想答啊，其实点讲咧？唔系，但系咧，唉，我真系点讲啊？我唔识讲啊！你唔好介意我直啊 ，Man Friend。其实你讲嗰啲嘢咧，一系就我谂过，一系就唔 work 嘅。咁你讲出嚟，我唔回应你，我因为我唔想再嘥时间回应咧，我想多啲时间谂下点打条 game 啊！
即係你明啦。即係好似頭先咁，我買到佢已經俾佢換咗二千兵啦。你叫我出幾？我出完幾咧，我只能夠換去最多換去兩千兵。我再拉走嘅時候，我已經前後死咗六千啦。嗰度我已經接受唔到啦嗰個戰損，所以我嗰度咧。你话叫我埋去再开技咧，系唔成立唔 work 嘅，我即刻要捞过啦，已经系冇可能。你咁样玩冇得玩嘅，你不能够持续作战啊，作战力不足啊，你啲部队会死晒咯，啲兵。储翻，储满佢先啦，储满佢先啦。储满佢之后，屈佢出嚟读手术、读心术。我其实依家屈佢出都得嘅，我讲。文哥，谢谢。依家改屈佢出啦。招服を始めます。会唔会唔出嘅？因为咁。了解。我屈佢出读心术先，因为。我行咁埋好喎，行开啲好喎。得啦，得啦。好咯。好咯。そう言われちゃいやとは言えな。了解。隙あり。仲要大象武装啊你？你咪傻啊！わかったな。我而家好惊咧，出翻去嘅时候咧，隔篱已经开紧拖啦。一二三四五六，出咗一次啫，个黑化，跟住就到我濑嘢噶啦，我想讲。我出去望一望先，好惊啊！出边真系，佢过咗几耐啊？成件事，我到啦，嗱嗱，好彩我出翻嚟啫，喂，真系到啦，喂，呢度又要守合啦，呢度结论系要行开嘅，呢队系即系要行开。如果唔系，我战损非常巨大，要由佢督啦，走唔到嘅，点解好似？承知いたしました。哎系呢度要行开喎，睇嚟系呢度真系要行开喎，佢到咯，我守合唔到两边，但呢度可以行开啊，行唔行得开啊？其实呢几只，我不如分三路围佢嗰六千算啦，搞唔掂啊，几条路都要守合，你边有得玩噶？我睇下有冇得行开先。我唔知行边边啊！わかりました。求其啦，求其啦。はい。已经死咗一轮咯，啊唔系，但系咁我入我围到佢，发现。咁我围实佢咯，系嘛？咁我睇下战损先。皆さんのおかげですね。嗱，我觉得抵换啦。起码我一换去一点几先啦，一点一二先啦，起码唔会咁样衰啊！好似头先咁慢慢合战，真系你真系玩，你真系唔使玩啊！啊咁样得喎，咁我可以救呢边啊！哇，真系救火啊，扑火咁样啊！你只能够拣一个最少战损嘅玩法，你不能够每一场都守合啊！哇，真系扑火啊！喂，咁样玩法，捞捞佢先，揿翻头先嗰个。其实会唔会退呢边咧？退呢边会和唔到佢嗰六百啊？睇下先。私たちがきっと何とかする。任せて。了解です。都系中我枪，所以同个方向系冇关嘅。系要打我嗰只。你打战略惊打最难嘅难度就要咁样噶啦，你错一步都死啊！同你讲。是一定要咁样玩噶。お任せを。
我呢个夹夹可以四度夹添啊！啊，我咁样行开，嘅呢几只系要行开噶啦，原来佢只万唔系，等佢只万二过嚟，我打攻城战都得。但佢不断有援军入嚟，唔系呢只会行得快啲嘅。呢只就呢只特别行得快，万二我唔知系咪真系万二咧，个能力好高，黑化我得一只，一换一嘅啫，可能呢度真系。可能是一换一，咁变咗就唔会大合战咯，咁变咗就会小型会战咯，因为凑唔到五隻嘛。但系其实我可能只大部队都大一制，头先咧试过五隻打五隻咧，佢唔入到合战，入唔到大合战，佢当小型会战咁打，都几难搞呢、這个位。哇！呢度又难搞喎，会唔会又系行翻出嚟？三两路围佢都唔咩喎，其实呢度行出嚟啊，行唔到啦，赶唔切啦，佢一行出嚟撞啦两只，冇用。但系只要灭咗佢头嗰只，后边嗰啲都唔强啊，后边嗰啲真系唔强喎。呢度都系两路啫嘛，做唔到三路呢度，我发现。呢度都系两路，冇乜位走啊！呢度，依家走太迟，亦都可以咁讲。难搞啲咧呢个位，点搞好咧？行出嚟都系要打噶啦，我觉得不如打咗佢算啦。打咗佢算啦，走唔到呢啲位，冇得走位嗰、那个位。打咗佢算啦，真系。因为呢度唔守合啦，呢度守合太慢，几边围就算数。行开先，嗰度跟住即刻围佢噶啦，呢度可以即刻埋佢先，三路夹。呢度有人嚟紧嘅，其实就啱啦，放佢入嚟之后，霸王子收口。啊？哦，未行得开啫，呢度下边有佢督啦。呢度你啊入战嘅啦，呢度要。お姉ちゃん嬉しいわ。跟住我发现啲嘢走唔到喎，系点解你会走唔到嘅咧？排晒队咯，我发现系咪其实冇走到呢？只点会行唔开啊？有啲问题，我觉得呢度冇理由会咁嘅。呢只咁样啦，呢只正常啊。承知いたしました。呢只好似咁样，即系咁样喎、啊。哦，因为咁样 double 排咗队系嘛？我望望先。皆さん、お願いします。咪走唔到啊，其实。お姉ちゃん嬉しいわ。走唔到啊呢只，真系走唔到、啊。哇，四百换我千五啊！我点解走唔到嘅？依家揿就揿到，我两次揿，要我两次揿，捞过先，要揿两次，原来你行下路算啦，根本围唔到佢三路，可能行下路咪快啲咯。
咁如果唔系你走唔到，你仲死啦！俾人一督督千几，大佬呢只上路就冇走鸡嘅，咁样包翻佢。承知いたしました。好喎、啊，咁样嘅啫，我想四路夹佢啊，其实。因为佢有两只嘅呢度，其实咁要兜劲远，四路夹最快就一定咁噶啦。咁走到啊？皆さんのおかげですね。走到啦，终于走到啦，系要咁样走嘅。其实我上路啊中枪噶啦，呢度诶唔系，仲可以开呢度。我唔记得行翻埋去添。即系你可以咁样行开，三路夹佢算啦，冇咁完美嘅呢个世界。系，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お任せください。お任せを。任せて。皆さんのおかげですね。呢度放几只过嚟好啦，呢条人跟住谂。呢度啊夹咗佢噶啦，呢度佢有人帮嘅呢度，呢只系佢嘅系嘛？即系佢定我嘅？睇唔到。应该是他的那隻这里三隻一二这隻最快这隻都很快这隻掉过来先真的这隻掉过来先这里先啦还有两隻两隻过来就大合战不过就可能冇呢个机会，过定个英优嚟，一系呢个黑猫为英优噶咯，冇人过去阻止佢，发现原来你同佢停战之后一齐围个英优，砰砰声打冧埋佢，得唔得啦？稳咗啲啊，但系始终都要有人过去嘅。我谂过嚟福地城先啦，无论如何，你都要行咗过去先啦，行咗过嚟先啦，谂唔到啊，都唔知佢之后会点样做。了解です。承知しました。佢要打我，仲唔打喎？转头打噶啦，你嘢走啦嗱，呢啲要诶。对住晒喺度行唔到啊！原来佢，我费事我阵间唔记得啊，揿定咪呢只，中间嗰只揿唔到啦，呢只揿到啦，依家唔系喎，边只冇走啊？我唔记得咗喎，呢只啊，呢只揿晒过去咯，原来由佢啦，咁唔好理佢啦，要直接铲佢后边嚟，定计划先啦呢度。跟住喺呢度打噶啦，呢度打，呢度要睇呢个符先。行得开未啊？行开晒，上边买牙噶啦喎，买牙嚟得嘅未啊？未仲未嚟得喎，咁得意啊，仲要等。跟住呢度可已经可以反夹佢噶咯，呢度反夹翻佢先呢度，定系等多阵先啊？会唔会唔够兵啊？行埋你都好耐喎，呢度七百好快死咗，呢度好快借皮噶。
就企住先啦，呢度企住先啦。呢度打合戰冇意思啦，已經根本清唔到佢。太大隻，由佢自己打，呢度要打，因為係賣牙啦，應該仲未賣牙。賣牙啦，賣牙啦，賣牙啦，係嘛？即刻俾佢出咗嚟啦，嗰只。唉，打啦呢度，有多只麻烦嘢啊！佢呢度系真系转过嚟噶，真系咁样入，由佢先，睇下点打先呢场。緊張するな。即系当攻城喎，呢个都系。有几只啊？佢两只，呢只就最难打，呢只废嘅我记得。冰劍冇乜用，呢隻都麻麻地，都麻麻地。系呢隻黑化有啲用，我觉得時停加黑化呢隻殺食，但系佢嗰只萬幾人喎、啊，難搞喎、啊，齊射佢唔中噶啦，我估佢突擊都唔會中噶啦。点搞好？呢两只围佢啊，但系冇彩配又好痛噶、啊，唔系唔一定咁顺利、啊。呢只埋咗黑化，都要引佢出技、啊，都唔好话佢唔出技，我净系埋咗黑化都冇用、啊。佢咩技能啊？冇睇添。魔音，哇！食屎啊！封锁行动。哇咩咁多智慧之泉嘅、啊、对面有自身残杀全部都系，咁我一定要搵人过去引呢只出技先得，呢只系咩技？应该都唔劲啩？速攻，喂，速攻点引你出技啊？哥哥仔，你出速攻，一条友出速攻，食屎啊！呢次真系要有又要引佢放彩配啦！呢一场系，哇，好难打，斗 M 难度。みんなのためにみんなを守るためにうん。呢度冇得走喎，嗰个地形，但系唔守呢度，后边全部崩噶咯喎，系咁放啲人后埋后边冇用喎，一定要守啊呢个位又，唉。佢嗰招封锁行动系破招黑化噶，我冇驱魂啊，我冇好似冇就系冇揿咁多驱魂入神嘅废嘅又系冇驱魂，即系又系等俾人再干。有一只走嚟呢度烂咗啊，佢嗰个炮塔。すぐ戻ろう。やっぱり。私に続いてください。みんなのために、みんなを守るために、すぐ戻ろう。佢企喺度唔出攻噶喎，其实我想讲冇用噶喎。但佢开啦，但系佢好多彩配喎，佢冇可能开两次速攻。分析を開始します。一到啦，哎呀，食屎！
最痛呢招，你讲。埋咗佢先啦，呢个木雷，哇哇哇哇，哇呀几痛，提射添，仲要。唉，呢只走唔到啦，唔识走啦，呢只乸嘢啊，呢只。我唔想嘥彩配喎呢度。冰结又冰结唔到佢。行ってきます。上出来かしら。ここが勝負どころ。系啊，老婆。压化先啦，佢只可停咗啦，依家我打埋佢先啦，依家。我仲痛喎，黑化咗之后，我真系好痛喎。有咩办法啊？死噶啦喎，依家加翻80防，黑化加入神，再加时停。哇！真系系好痛，超级痛，系打唔过佢嘅。原来呢一队系开咗呢个可能好啲，但系已经冇，我谂冇彩配开嗰个咩啦，已经得800几啫，系打唔过佢啊！压化埋都冇用啦，死啦！どちらかというと、私のせいだ。好用。そうですね。私の疲れを見抜いたのですね。お休みしますね。すぐ戻ろう。呢个突击嚟嘅喎，发现。佢如果开个时停会好啲，原来黑化同时停系会劲过黑化嘅，使唔使捞捞佢啊？我好痛啊！其实咁样打，我同你讲。不过呢啲地形咧，一正面撞就一换一嘅啫，都系。唔系正面撞就系一换我六嘅呢度系，所以都系我睇下咩方法可以减少战损啫，可能唔开黑化，开呢个咩仲好，开时停仲好 ，keep 住开时停，可能损伤可能低啲，唔知试下佢先。系咪应该拆埋佢个炮塔啊？好痛啊！佢行埋拆佢炮塔算啦。佢走噶啦。提示你觉得你打死我嘅？先生可能，始めましょう。そうですね。佢会开呢一个咩咯？会开自相残杀，应该揾一队。佢唔系喎，真系喎，会开始想残杀喎，埋佢嘅话会唔受控噶喎。呢个小圆过去啊，小圆行过嚟呢度，啱啱冇俾到佢齐射啊嘛。みんなを守るために。喂，呢只系咩嚟嘅？呢只系骑。转头可以利用一下佢骑嘅能力。問題なさそうです。齐射喎，你又开喎。
系啩？冇嘢冇嘢射喎，你开齐射，我摊一摊就得啦。佢开齐射，我摸索唔到佢。佢仲有支读心术，下唔切过嚟啦，可能。啊！你出埋齐射，咁我啊过去啦，话你听。哇，咁样可以拉佢齐射，都得喎，都系一个方法喎。拉齐射屈佢彩配。哇，系咪路啊？咁样就混乱，食屎喎！走咯，波走唔到啦，我想讲。佢快啲出完還之你啦！依家好順利啊！依家埋佢，得佢三次都得啊！呢度。ここが勝負どころね。やっぱり。啊！你仲嘥彩配速攻，埋牙未啊？埋牙咯喎！持平先。黑化。咁底換啊？一般底換啦，唔係好底換其實，好痛咯、啊。加埋個入神，但會冇黑化咯。我要自毀嘅啦，呢度都係我諗。都係一換一點幾嘅啫，呢個位。冇得搞，一輪搞掂佢，俾佢搞掂算啦。呢度不如落勝，我射完呢只衝過去算啦，定係直接咁撞過去會好啲啊？都可能係喎，你唔好話喎。我有騎兵嘅喎，呢只卅幾咁死啊！走啦，食走皮啊你，走啦你。佢就嚟可以出呢個指針殘殺咯，出事了。你系转个角度整个突击佢啊，一嘢突佢两只啊，佢咁样褪啫嘛，理论上。佢又咁样转喎，只机唔识转嘅喎，发现。你唔好咁样转，点样教角度啊？我想问嗰只人，有冇教角度啊？冇得教角度啊，咁样行系嘛？可以系咪？我个突击嗰个角度都唔啱，你咁样唔啱玩喎、啊，大佬。好计。一时停咗去突击咯，佢突击咁样探过去，佢都走咗上去啦。真系衰啊！呢下冇用，佢咁样，即系我想我想讲呢只 game 嗰个转方向呢一个又系傻的媽咯，佢冇得俾你自己教角個教方向啊！一定要跟個敵人嘅方向，你玩突擊嗰啲冇得玩嘅喎。你咁樣突去邊撞突到呢只啫？係咪先啊？阿 Vina 都唔會咁啦，傻嘅喎！你呢個設定係。你射喺自己嗰人隔離啊！我唔係好明白你講乜喎？佢咁樣轉喎、啊，大佬。唔系咁样玩嘅只 game， 咁啊打唔死佢噶喎，死啦嗱呢只。さすがにちょっと無理をしすぎたようです。どちらかというと私のせいだ。あらあら。我只能够咁样咯，咁样打佢咯，当系。咁我出个突击先啦，依家冇计啦。落ち着いて。ここが勝負どころね。我埋佢都好痛喎，我发现。真系好 Q 痛呢一场。当然の結果ですね。佢出咩啦？我回复混乱先系咪？佢出读心术嚟嗰个。頑張って。回复混乱先。会唔会服到啊？呢啲都勉强啊！
加咗防御有啲用嘅。呢隻就变咗 team kill 咯，呢隻小圆变咗 team kill 咯喺度，跟住两个企晒喺度突击完啦，因为个奇缘系解唔到，解唔到咩嘅原来。冇啊！你合战都系一换一嘅啫，你冇用啊合战。呢招有用啲定呢招有用啲啊？其实我都唔知道。突击好似乱箭唔知几多，我唔记得咗。突击啊都系追到佢啊！突击可以。喂，又多一只喎，唔够你玩喎。ここが勝負どころね。佢突击系好短嘅啫，原来。跟住就交叉啦。跟住就当我攋嘢咯，冇乜用都系。我闪一闪仲金咁啫，系咯。やっぱりダメダメです。すぐ戻ろ。咁我超级大战选喎，依家咁样玩。咁佢个合战系傻喎，你个损伤太大，你咁样玩个局势又变咗咁样啦。原来呢只系行过嚟嘅，跟住呢度咁样企咗喺度，睇下上路先，因为咁多人嘅，我、哦、又系督咗佢之后，佢有一只兵走咗出嚟，又系呢啲咁嘅问题，咁冇噶喎，呢度又系。督督下佢又走咗出嚟，又系要出翻去夹翻去转头咯，你冇得玩嘅喎，如果唔系，啲又系要行开再过去，结果都系控唔到佢呢一个城，好痛喎、啊！我觉得呢度超级痛喎、啊。哇，后边嗰啲系二打啊，我唔系好接受到啦呢个战选。呢、這个行呢啲唔知佢点行咧，又我咁调转行，其实系咪都唔系好啱啊？佢会唔会真系直接行过嚟住古庄？其实我唔知佢行去边，应该住古庄。住古庄都可以三路围到佢嘅，如果企呢一度，我住古庄两路嘅啫。但呢度应该开咗大合战，呢度反而搏佢大合战好过啦呢度。上边唔好理佢住，呢度又要走啦，即系冇理由咁俾佢督噶，呢度督好痛啊，一对一督一，点都起码两路围佢啦，三路围唔到佢，可惜，其实都唔系唔得嘅，呢度有冇路啊？冇路，行唔到路上去。谂下先，定系呢度搵一只翻嚟啊？呢只上去都冇用噶啦，暂时。你系用后面啲兵打后面啲部队算数啊？但呢度三路夹佢好明显着数啲喎，呢个位103喎，呢只好难打噶。隔篱啲城又未俾到兵我，呢度翻多一只嘅话咧。其实呢度我可以围住佢，唔入去住都得噶嘛。我等布定局再过嚟都得。其实真系，咁我呢只会唔会翻得切嚟咧？个问题咁远喎呢度，嚟呢度揾只过去啊，直接，譬如跟住一二一，
都谂得过喎，其实系嘛？你变咗死只蜘蛛啲翻嚟喎，可能霸王之下边有人嚟噶啦嘛？咁样我呢度，不过我识呢度出咗迟嚟啦。如果我呢度行定出嚟，我唔使搵人帮手啦。承知いたしました。冇计啦，呢度行开先啦，唯有又。何？嗨，早出てきゃ。仲唔走得切添？有一只棘实咗啊，可能嗰只走唔切啊，会俾佢扣咗个回合咯。咁样呢度就会变成系呢只行过嚟呢度先。お任せください。呢只废嘅，所以可以嚟呢度。咁样。系。跟住呢只就真系可以上去啦，我觉得。跟住呢度要打啦，呢度，不过呢度好难打啦，我觉得呢个位。走唔走到？走唔到啦！嚟到呢个位置，三队会棘实嘅，夹硬打啦！呢度只能够最惨嘅读心术嗰度真系好鬼痛，黑化又打佢唔死，一换一，或一换一啦，系俾佢一换二。我呢只六千换佢都系换佢一换一嘅啫喎，呢度我开咗记。点好？呢只埋咗佢先。啊，呢只开房开家房埋佢有冇用咧？一谂谂下，可能家房嗰啲有用喎。呢个加呢个可能会唔会有啲用？降速。我试下喎，可能可以。大嘢喺呢度，即系呢次埋去咗呢只。そうですね。跟住最后小恩先收割，咁可能会冇咁痛，可能会唔会咧吓？但系要引佢出呢一个技喎，又要行到你度先啦。みんなを守るためにみんなのためにみんなを守るためにやっぱりやっちゃいど少少就要俾佢射緊你快放技啦！你等緊你放技啊，朋友仔！哇，咁鬼痛，卅幾個扣，
喂，唔好喎呢度。系咪有人可以回复混乱话呢只唔系喎？佢嗰招系乜嘢嚟嘅？嗰招。咁可以 disable， 不过冇用，我觉得。其实呢只可以出契约嘅，谂谂下呢只卖牙可能仲冇咁痛添噶。防契约有冇得谂咧吓？我谂咗一换一嘅啫契约，不过应该会平过黑化嘅。你黑化加入神咧，而家变咗降低速度50喎。佢唔开技嘅话惨喎喂！走埋咗咁耐都唔开技，点拉技啊？啊，依家开啦，终于。等我啲人埋到去，埋晒去，你先开。好战嘅结果ですね。哇，仲要封埋行动添。そうですね。かかってきなさい。超级痛啊！已经俾佢磨一扎一大扎冰啦，呢度行都行唔到，点解行得咁慢嘅？你可以喺个山度，我唔系好明。私に続いてください。好啦，呢只弱化晒。みんなを守るために。そうですね。行ってきます。我嚟个突击先会好啲啊！行得咁鬼慢，大佬你。頑張って。唉，突击快好多，不过我都死得快好多。我试下咁样先，系咪要咁样玩啊？加防喎呢个，就弱化攻击20喎。电算比咧一换一啦，嗱，依家真系一换一啦，都唔抵换喎，我觉得我开彩配同佢一换一喎，系咪路啊？走得未啊？走啦喂！抵换啦，一可以再突击，唔得啦，试一次先。好理想啊！其实一样嘅啫，我觉得嗰个战选都系冇分别，都系一换一咯，全程都系一换一。我垃圾同佢只大嘢一换一，我觉得都还可以咯，唔算抵咯，还可以咯，只能够讲。系啦。啱啱有两个几啊啦，黑化加入神啊，但降个速喎，黑化埋佢先，黐埋佢先入神。哇，我黑化冇用啊，我发现入神啦，可能平啲入神。入神抵喎，入神抵换喎，你睇下，入神真系抵换喎，黑化加入神喎，原来要玩系加防喎，要唔系加攻喎，系唔系减佢防啊？你睇咁样抵玩喎，依家会唔会抵玩啊？不过我怕减咗速咯，问题我减咗速，佢依家走过嚟，我系咪又可以突击佢先？依家？減咗速，依家拉唔到個 buff 啊！不過我個咩仲好金喎，好喎，但係佢走咗啦喎。嬌盲有冇用咧？嬌盲加個奇怨咧，擋你個鬼，亂咁玩啊！依家唔知買咗佢先。
还知你好嘢，开翻先。你小圆盖开个契约啊！ここが勝負どころね。埋埋到佢啊！应该埋到啱啱好突击嗰个范围。我真系突一下嘅啫，佢突击。你慢慢射死佢好啊！慢慢射死佢有冇得谂啊？佢唔特登唔开，唔知咩原因喎？得唔开呢一个技能喎？啊，我痛啲啊嗱！呢个突击冇乜用啊！开呢一个黑化加入神，原来系咁好用啊！我扣得少好多。敌集团撃破。依家开波音啊！攻嗰两只，佢撞埋小圆度啊！发现可唔可以褪一褪先啊？小圆好恐怖。哦，你食屎啦！咁样样喎，咁啊，梗系嗱声围死佢啦！中枪啊！你终于系咪应该普通攻击攻击死佢啊？系底门，好你啦，死就死啦呢只。咁先抵換，因為大佬啊，抵換啊，抵換啊，中咗嗰、那個嗰、那個輻射，差啲講混亂。可唔可以過去拆咗個戰塔先？好痛喎，發現個戰塔可能。不過其實我個戰損都係差唔多嘅，你睇下，差唔多嘅啫，都係冇分別。私の実力見せてあげるね。すぐ戻ろう。あらあら。そうですね。私の疲れを見抜いたのですね。呢只又走。しますね。一左右啊，坐下彩配先真系。嗰只系咩嚟嘅？嗰只。垃圾嚟嘅呢只。哇！超级垃圾，打得过啊！慢慢声过去围咗佢先。みんなを守るために。嗯。哎哇，到咯咁鬼快喂！会唔会一个齐射已经 KO 佢啊？试下先，呢只冇齐射，咩黑化草彩配黑化入黑化加时停搞掂佢算啦，不如会唔会快啲啊？咁样有多只喎，咁冇得玩喎，我得出去 save 一 save 好喎，我唔知出边打成点喎，其实。冇啊！呢度都系要咁玩嘅咯，我发现冇得拣根本。呢度已经咁样啦。呢只我咁样行过去啫，原来。咁不如你行过去啦，冇用咩？你行过去咁样好过啦。お任せください。はい。依家搞掂咯，佢呢度俾我数咗过嚟，突然间佢呢度仲夹紧佢，都败局已定呢个位。应优咧，佢要2500阵间转头过嚟，我唔知道可唔可以过去嗨到游水。就。时停加小圆射啊，好唔抵喎！射击嗰个攻击力系好低嘅啫，同你讲 ，Lucifer， 如果你开时停加射击咧，你扣嘅好少嘅啫，系劲慢啊玩得，跟住咧你其他战线咧你又出事啊！我系谂住咁样啫嘛，你如果嗰场战线得一条战线无限你打嘅，你打横瞓低打得啦。打住飛機打得啦，系嘛？但系你要睇晒成局咧，你唔可以咁样啊嘛。
有時你係要換兵就換兵，冇辦法咯。佢喺嗰張個日機咪設定係咁樣樣。我咧覺得啲手動合戰咧係有啲咩有用呢，即係如果你冇神技，又冇得玩大合戰，但係咧喺你啲窄巷一打嘅時候咧有用咯，可以盡快 KO 曬啲部隊咯。但係都唔會拉開你同佢之間嘅距離嘅，其實唔會拉得好遠。但係你如果你唔入合戰，你比佢拉得仲遠咯。之後咁樣講。我再想想先，呢度点搞法？佢呢度好得意喎，佢塞晒喺度喎，因为佢前面有几只系废嘅，呢度慢慢爆喎，佢呢度真系呢度我反而有啲意外喎，我有啲想上去英优喎，真系板板声过去，依家我同佢关系几多啊？转头唔知道可唔可以揿个同盟咧？唔知讲唔讲得切？同咗盟，我去英优嗰度咧围城咧，咁啊冇问题啦，仲可以同佢一齐打啲。呢度啊可以继续摆落去啦。小圆可能死啦，啲人突然间，我有啲唔知道。不过呢度都冇晒啦，系咁多啦，上边得翻啲少量部队过嚟。呢度都嚟到啦，呢度佢哋。一路攻過，我希望麻雀攻翻幾個城，咁我唔使知，我想引佢出嚟打黑貓，因為上路特登留翻俾佢開翻條路出去，所以我係打呢一邊，冚曬呢一邊啲火，我先會上路。呢度嘅話就照舊啦，呢度打大合戰嘅呢度，冇理由唔入合戰啊嘛！呢度冇理由入唔到大合戰啊嘛！咁我好苦惱喎。咁樣呢度大約都係咁打，呢度圍死佢先啦，三路圍得死佢呢度，咦冇乜問題應該。呢只就上嚟先。嗱，一隻都孤掌難鳴喎，彩蘭都就嚟爛。你过咗彩蓝先啦，呢只其实呢只上到英优冇用啦，其实咪定系呢只上到英优黐一黐呢个黑猫啊，我一只又围唔到佢，万一佢个城操作上难啲，等呢三只到啦，都系要咁样兜上去啦。咁啊，跟住呢度 V 加又可以行得。嗰啲兵围咩城好啦？冇乜城围附近，福地城呢度围埋就断埋自己嗰条后路噶啦噃。安土万五，全部有箭嘅呢啲，系鸭村咯。鸭村可能内九五千，啱啱好五千五咯。呢度啲人。呢只呢度又棘实晒，死者之谷可以行到嘅，不过行咗上嚟先啦，行咗上嚟先啦。企喺度都冇用。已建成咗冇位啊！一二三仲有个位喎，其实。慢慢声揾条友过二建城嗰度咧，抢咗个位翻嚟好喎。啊？定系唔系？咩啊？黑猫未同我同盟，真系开拖噶咯？你埋去唔好啦，二建城俾佢算啦。二建城又唔系大城，金城先系本城。金城呢度冇啊，呢度真系冇啊。最衰就系个黑猫同盟太慢。如果快嘅话，我就可以食晒佢啲地，变做我啲地啦，跟住就可以慢慢同黑猫玩，送多个城俾佢添呢度，休佢先。我 V 加呢啲上嚟先，暂时未谂到去边住，转头就知啦。依家谂唔到一定。呢200有冇用啊？呢200我估冇乜用。呢200有冇用啊？你话？
系咪我直辖会唔会直辖到呢个城 V 家？可能得喎，我哋喺呢度嚟噶嘛。じゃあ帰るけど。威城先。絶対ついてこないでよ。跟呢度打，诶呢度打，咁样先啊，唞唞先，唞唞先，晏啲再打，你食饭，咁先好嘛？啊，咁就系咯，啊，就咁先啦吓，好 OK， 下一集见啦，拜拜。